不一样。稀土稀土土稀稀稀稀。要伸了。我的脚啊，要把我脚伸出来啊，因为帮我把脚拉一拉。哎、欸，我找不到了，拉拉筋。你拉到我的手了。拉到你的手而已。拉到我的手。我拉不到脚啊，那脚卡在身体里面呐、啊。对啊。哇哇，你这样走吗？哇，这干什么？这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原来干什么？终于可以告他了，可以告他了，告他，告告告告告，告了，告告告告，我的脚伸出来了。有木团团，你这样不行哦。转移话题。哎呦，直接开告。耶。对，喵哈上次没玩过这一张哈。我跟你讲，上一次你知道超经典的，因为我完全忘记那天是礼拜三，然后我想，哎，你们怎么开台了？哈，今天礼拜三吗？完全忘记，完全忘记那天礼拜三，我笑死。啊，这里有人找到兔子了。元宝，你们还有要去找蛇生肖吗？应该不用吧？应该不用了，不用了，只一只而已。啊，喵没看过，给喵哈玩一下啦，哦，让他看一下。一个是在很上面吗？滑翔翼那边的。哎、欸欸，其实、啊、哦，是两个，那可以换一下，啊、是两个可以换一下。我拿到兔子了。这边一个，这边一个。哦，那你拿到一个，那就只剩上面这个了。你真的怎么好像似曾相识啊？好像上次也是我跟小雨走这里、啊。然后不是我们两个吗？然后你差点又摔出去，是不是？对啊，我记得你真的是卡在桥上这里嘛。对，可是这一次的我不一样，我这一次是穿公主装。这次你会整个掉下去？哈。不一样啊！我真的是差点掉下去。哎、欸，好久没爬了。我这个位置会不会被黄标啊？看你下面。没事啦。对啦。对啦。没有漏什么，没事、啊。露出小熊猫。它是一坨黄黄。哎呦。一坨黄黄。黄熊猫。黄熊猫。啊！下去了。超级拜拜。你要可以来玩这个啊，这个很有趣。滑翔翼，如果爬得上去的话，我也是不知道什么突然怪怪的哦。好了，嘿，来了，耶！看这恐怖的人，别拉我。没有，刚刚只是拉地板而已。他抓交替，他还抓交替，他还抓交替。嘿嘿嘿，在抓交替，头上的那个，超可怕、哦，超可怕的啦！哎呀，不得了！陪我走，太可怕！那个地方好像那个《千与千寻》的那个桥、哦，哪里啊？他们那边，这下面呢、啊？来来，往下看，哎、欸，真的耶，还蛮像的耶。很像到刚刚哈基挂在桥边，看起来没有来了。啊，你去玩那个滑翔的，那为什么有点像我们以前玩搬运工的那个？有一点像。那他拿着这个吗？对，正常来说是要拿着那个，然后呢，你再抓那个滑翔的。啊，很有趣哦。拜拜，玩不到了，真的玩不到了。而且重点是玩掉河里，兔子下水啦。不是，那是猴子。我说猴子啊，讲错了。那怎么办？那猴子会回到哪里去？上面啊，上面。哎、欸，我上次也是失败的，我看我这次会不会失败？来来来，玩看看吗？看我这次是不是失败？有吗？哎呀，没有，你没抓到。你要一只手空出来抓。我这样子有一点自信了啊！可是我没掉到河里哦。啊，他有抓着我，我要把你推到河里。只有我能玩这个了。对啊，只有你有办法玩哎、欸，我没办法玩哎、欸。我要看小雨表演。哦，他还马上升了一个、欸。对啊。对啊。他还慢慢下来。才不奇怪、欸。要放在那上面。哎、欸，那为什么上一次为什么多消失啊？啊，没有，是喵花已经先找很多个。啊，我刚刚在等你们的时候，我就找一个。啊，耶！有没有后面的？还有后面，看那个成长出来。新年快乐！多多指教，新杯，给我红包。好酷哦！这好像那个花木兰的时候在那边。
你说他跪在那个里面，对对对，擦一半脸的那个地方啊，这要拿那个火来点是不是？我记得对，是就是存档点吗？啊，他没有，他不是存档点、啊，是不是？他要拿这个，其实我刚在雷消哎，拿不起来。来了，我来了。哦，你不要压啦！啊，耶，飞，团团飞，耶！哎，你知道你刚刚那个角度，我看起来真的很像变态呀！来了，哦，我先点，所以这个按钮是可以按的，有点惊悚，你按下去制作层就爆炸了。啊！你飞飞，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姿势不行。有了有了，要爆了要爆了要爆了，真假的？哦，爆了爆了爆了！大家出来看爆炸，烟火咻咻飞。大家还有这个？哇，你真的飞起来了、欸！对啊。我忘记这个放哪里了。这个不是要放龙的嘴巴吗？在河边啊。对，在旁边。在龙的嘴巴。对，它这个解谜是解蛮多的，其实。嗯。这边。在哪里？在哪里？这边吗？还是另外一边？这个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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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了这边。那颗球。对。放去。我不龙嘴巴，对不起。耶耶、yeah, yeah, yeah, ，可以玩了。哦，还要这样子才能玩这个。没错。啊。Ow。哎。他很不想玩呢、欸。啊啊！你们两个人不想玩呗、欸？两个都不想玩了、啊。啊、oh, ！No！ 那个、oh, 那个可以按再跳下来，忘记按。对。天！阿基不要。哎，对对对对对对对，都到了吗？按了。还没。天！还有一个熊猫很大。天！按了，按了，按了，按了。我怎么到了？哎、欸，到了，都到了。就是狗狗跟你干什么？你不要这样，这样不好。不要，我这个画面好精彩哦，这画面太可怕了。请问这个可以自重一点吗？你为什么抱着我？前面那个超恐怖了，前面那个很像那个 LMD 住的那个抓鸡呀，超烦躁。我被鬼抓走了！天哪！啊，要翻天了，要翻天了！看不到啦，都是裙子的画面。别掉去，别掉去！别飞出车外了！哦不，哦不，掉下去了，掉下去了！完全不知道我的视角该怎么看。抓到头，抓到头了！有了，回来了，回来了 ！Jackie 在抓人了。你快要变成那个柯南第一集的那个东西了，哇！我现在这个身体根本在做瑜伽吧？啊、罐头那一集啊，对啊，好恐怖啊！哇，还有三连圈呢、欸！哇，完了，再往上，完了，完了，上去了，上去了，要上去了，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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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有要看吗？要看吗？你们上来都可以啊，简单看一下就好了。简单，我等下换车厢，要换车厢啊！第一个前面太刺激了，前面太恐怖了，拒绝跟这个乘客共存。对，欢迎到站。耶！如果这时候掉下去会怎样？你就要重来啊！嗯，你就要自己想办法等车。来啦！要去上面，上面有东西，然后上面有东西拿。好，上面。上面上面上面就是炼金，炼金炉人有办法塞进去吗？人好像不行，要不要推进去？把推进去。上次不是有塞过？上次不是杰克很想进去吗？对啊，进不去啦。还有哎有哎有哎，那你会出来什么东西？对啊，好奇出来。哎，好像只能塞一点点，没办法塞全，还是因为好可惜。然后呢？你看那个墙壁上啊，你放东西可以丢。还有合成笔啊。哦，熔炉的概念哦。对。酷哦。里面最有趣的应该就是伞雨伞吧？会飞啊。对啊。哦。雨伞是最有趣的。哇，那这大厅设计的很巧思哎。就这一次的是还蛮那个。这次的很蛮猛哦。很棒。把它丢进去。耶！我的扇子。你的扇子。芭蕉扇。呼你。雨伞，耶！ Yeah, 我的伞啊，两个，我刚按到两个。没有，我有一个大伞。喂，
出去咚咣咣喂，把骨戳破喂。哦，然后芭蕉扇是会下雨。我飞走了，等一下我飞走了。哇，有人要被飞走了，拜拜，飞走了，你们两个太高了吧？飞飞，有蜜蜂在飞，我飞起来了，我飞起来了，蜜蜂在飞，我要下来了，我删，哎呦 ，What no？哦，它真的是一抓就会飞起来。我记得上次没有飞这么高啊，奇怪。对啊，超高哎、欸，傻眼。这雨伞是危险的东西。雨伞不是就是那个吗？雪。对啊。下雪，下冰雹。它的鼓是没声音，还是我没敲到？没有。有了，我要带着这个棒棒走了。我要带着这个雨伞、啊，我应该做得到吧？这我要怎么进去嘞？啊！有人下去了，嘿咻！还有雨伞下去了，我还在。哦，有了啊啊！来，我放开手了，我放开手了。你的扇子，我的扇子，我抓妈，我在上面妈。那我们校长嘞？我们的校长，我要抓狗狗了。没有人按。不上车了没有？我不去，你不要抓我，我要出去。哇！等一下，这里你的头可以洗，不要住了，不要住我屁股了，我卡住了，我现在就 OK 了，我就按了。好、啊，我抓、啊，我这就是一个商品，商品被挤压。我这屁股有点痒哎、欸，这样子，为什么、啊？不是，我的天哪，我前面看在看什么？啊，你这样不行啊，这是什么鬼？哇哇哇！哇出去了，高高！哇！我全部崩溃一起了啊！对，我刚刚那些游戏崩溃了。原来我们的狗狗是我们的伺服器。哎呀！那个安古丽的游戏，它飞出去游戏就爆炸，直接崩溃了，直接炸裂，崩溃！太神啦！哎、神啦、啊！神啦、啊！哎呦，直接爆炸！真的，笑死！是这样太危险，飞太远呢。飞太远。好，等我一下哈。好。好。一下。什么时候来？好。偷偷广告。伺服器串好了。只差没邀人。好，邀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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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关卡。你来了来了，来吧，都进来了吗？进来了，来吧。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一二三四五六，有个人好。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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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干鬼！有车哎、欸！我车车回家！车车！我车上有颗石头哎、欸！刚开始就车车哎、欸！我们车子是被撞坏了吧？我们的车子坏了！啊、那就是要上去喽！可以不要牵我的手吗？可以不要牵我的手吗？可以放开我的手吗？那我在我头上牵手吗？哇，感觉是一条安全带直接把我困在那边。哦，这样就进入点哦，好快、啊。我们只是想要玩车而已。地图，石头，松手，石头，不要抓我，石头。石头啊，石头把你粘住了吗？卡住了。阿杰，我来帮你。风车吗？可以吗？风车应该是风车，可是这边风车。哦，这个路没有用哦，好吧。假的，我感觉好恐怖哦。哦，要从风车转你也知道哦，你也知道你转好恐怖。那个门没有打不开吗？不行，不行。我知道你像什么了啦，恶灵古堡八那个啦。哪一个？大奶的那个吗？大奶的那个啊，你穿成这样子。你说那个他夫人吗？对啊，吸血鬼夫人。吸血鬼夫人耶！啊，我刚以为是说哈基像恶灵古堡八里面其中一个。
他在想说是哪一个？因为他也在想，你知道吗？对啊，你们要干嘛？康康康康，我头好痛啊！好痛啊！有人在按摩头部，有在按摩头部啊！哎呀！哎呀！哎呀！我怎么被带上来？哎呀！等一下，你们那什么姿势啊？啊！头被卡在里面。啊、我的旋转，我也要玩，我也要玩，我也要玩，来一起加入，一起加入。越啊啊啊啊！太太多了，太多了，掉下去了。好痛啊！啊啊！哎，等一下，我怎么开始卡住啊？你怎么翻面了？把我翻面了。啊！下去了。我抓住你了，我抓住你了，抓住你了。把你抓我的鼻子。啊！你的鼻子拉起来，拉起来！啊！都下去了，两个都下去了。啊！下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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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了。我们要再爬一次了啊！再来一次。来抓住，抓住我的！这里有什么东西啊？没有。你有刚看过没？啥？那边没东西。我要当一朵花。可恶！被苍蝇拍打屁屁。耶！哇！哦，我刚才也摔出去，哇！我的手会自己转回来哎。这辈子如果是我站的话，你看，你看这样子哦。哎，变正了哎。变拇指姑娘嘛。哦。啊。什么东西？你在干嘛？你看我，我不是这样子吗？你看我，我可以这样子哎。然后，然后手又回来了。哦。开始在研究人体工学的部分了。好了。他知道干嘛？上手吗？我觉得往是这里吗？那是往上还是往下？下面就往下吧。就嗯，应该是下面哦。哎呦，拿武器是不是？哎呀，最强神器哦！撬棍拔出来，撬棍拔出来，拔出来吗？有了，哦，有拔出来，拔出来！我最强神器了。勾破它，用手，我钻过来了，用手搬就好了。用手搬，那你那个刀干嘛？啊，这个刀在干嘛？拿带着走了，带着走了。这是我的武器了。啊啊，卡住了。这个车车嘞？它上面写叉叉。推车哦。它有一个推过去，可以推吗？哦，可以。哦，这边还有一，这边还有一个哎。另外一台。哦。你说神器吗？过山车吗？过过去啊，金叹号会怎样？到时候要接在一起吗？还是接任务啊？是不是要先推开啊？金叹号就在接任务啊。它上面可以打开哎。哦。哎，里面有电线。啊，我们撞墙了，撞在一起了。你觉得要往前吗？还是往后？哎呦呦呦！我要拿出来了。我觉得到底吧，是要爬上去啊。嗯。找不到哪里可以。哎，我看到可以插的地方了。可以插的地方，我的天。我要插它。哎，这个火车头后面可以插。那有线呢、欸？你怎么把线卡在底下？线是从里面拿出来的。完了，线卡在底下了。完了，完了，你把车往后推一点，车往后。这边有一个你们大家的必要素材，拿出来，拿出来。箱子，木材、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应该是要把车车推过去吧？这个车头。你看右边，右手箱子放上面吗？箱子，你知道这里有哪里可以接线啦？这里有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我就不知道在哪。哦，拉过去啊，反了啦，红色跟蓝色，不是自己吸过去的。那另一个要接什么？应该是接团团身上，线上面，线上面，帮我推过去。啊，我找到蓝色的，我要插。蓝色的，撞车了，蓝色的，先接过，让我车过去。我们要过去，我要过去，救火，救火。上面有一个灯在上面。你要说这边吗？红色的，这边要爬上去啦，要爬上去。到了吗？到站。哎呦，可以，这个很长。哎呦，我们兴奋到了，跳绳了。有蓝色线接起来，坦坦，我跟你的红线。哎呦，还有，哎呦，好短一根，扯断了，距离很近，扯断，要扯断了。哦不，表示你缘分在隔壁栋啊，隔壁房间而已啊。哦，那哦，那的确是蛮短的，就旁边。对，哎，哦，上去吧，后面一点点，应该可以吧？好吧。七哦，开门啦！开门了，门打开了。那边门打开是什么？上面有烤棉花糖哎！
棉花糖，棉花糖，我听到棉花糖，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棉花糖，就不要说上去是假的，有吗？正常，有成就，有成就，有成就。找他。棉花糖，棉花糖，棉花糖。笑哦！你们怎么都是黑炭啊，我敲两下就焦了，感觉就是这样子啊。等下，我想到要烤什么了，糖掉了，给我下去烤，你给我下去，你给我下去，烤饼干怎么了吗？我的灰了，烤饼干，烤饼干，烤饼干。突然变成火柴了。我是你们的火柴女神，请问你们掉的是这个黑色的棉花糖，还是旁边的白色棉花糖呢？我要换一支白色棉花糖。其实这不是棉花糖，这是鼓棒啦。你怎么可以对露营女神打？你怎么可以打露营女神的头？这是鼓棒啦！觉得站在火中看超恐怖的。我的天啊，你们怎么可以对女神做这种事啊？你女神鼻孔黑黑的，我帮你通一通啊。那可能会变很大一个。他已经够大了，你知道吗？也是棉花棒啊，这么大一个。啊！我要带我们家全部都烤焦了。棉花糖，对啊，走吧。耶、yeah, ，棉花糖来了来了。我们这是竹炭糖吧？我的天啊，有够黑！棉花糖可以配酒哎、欸？为什么有人棉花糖尖尖的 啊？这不是棉花糖，这是搞棉花糖尖尖的、啊。棉花糖是很特别啊，稿子棉花糖很特别啊。哎、欸，我的棉花糖粘住了，而且这稿子好像有成就哎、欸，刚拿起来的时候。哦，原来不是烤棉花糖的成就，我以为是哎、欸。等一下，等一下，我的棉花糖怎么在乱搓得到吗？不现在电梯都要拿东西去搓它吗？太难了。抽不到，拿起来了。抽不到哎、欸哦，好难哦。喂，这里可以转开来。我们现在这样子可以转，像那哦，哪里哪里？另外侧，另外侧哦。哦，这边哦，还有一个大门。开门是不是？哎呦！要人转那个旁边那个。好，我来，你们上去，你们上去。天哪、啊，我现在这样超像在哈利波特拿法杖、哦，有一点点。哦，转到那边，再来音乐来，你不是，这里是起点呐、啊！有保存中啊！有了，有保存了，有保存了。音乐来，有保存了。哎、欸，欧尼亚也不能带了。音乐，你过得来吗？我上啊！过不去。可以。等一下，两个都进去了。这是啥？哇、啊！出去！啊，怎么在里面呢、啊？进去了怎么办？哎呀！你怎么把他撞爆了？不是我不小心的，是意外。我的头！我刚刚只是要转一点点，就不小心撞坏了。飞天狗狗，我下来了，我独存囊点。狗狗下来了，我独存囊点了啦。啊，你独存囊点了。我的头！哎，他毁了。对啊，撞击对，是一个帽子，撞击腿甩爆了。这边可以把线剪断了，有没有？好，就这样子放着就好，就这样子，到了头了，头应该跟那个球碰撞，你知道吗？好，跟那个对啊，很嗨、欸，你太嗨了吧？要配那个木鱼敲打的声音，咚咚咚咚，感觉要对了，咚咚咚，圈起来啊，下去了，去哈基走，去哈基走啊，哈基下来了，我觉得我变笨了，敲太多下，吃竹炭糖，来，竹炭糖，嘿，这边有什么？对啊，不太出得来。啊！哎呦呦！哎呦，你差点掉下去哦！球怎么又来了？球荡过去，球荡过去，太小是吗？这里要荡那个吧？荡灯吗？哎哎，
哎、欸，那距离跳得过吗？可以，可以，可以，应该是可以的。以啊、那个灯感觉是可以的。哎，他把车推过来啊！车子推、欸，对啊，车子可以推、欸。哎，可是车推得过来吗？要不要还有轨道吧？石头搬开吧，石头搬开。还有轨道啊。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啊！卡住了。把石头搬开、啊。因为我刚推的时候，它卡住了。好了，搬石头，搬石头。嘿哟嘿哟，搬施工。哎呦哎呦。嘿嘿。卡住了。啦啦啦啦。卡住了，啦啦啦啦卡在死了吧？啦啦啦啦啦。好。啦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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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应该可以了吧？嘟嘟嘟嘟嘟嘟。哎，是我别人，是我别人。有了好啊，我们大家都很会配音哎、欸。这里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卡在那边。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有个三角形的御饭团哦。最近都买不到海苔肉松口味的。撞下去，撞头在推车，他怎么有人下去了？啦啦啦啦啦！啊！哦。欸、你是不是想要拉我啊？好过分！哎、啊，等等，哎、欸，读记录档啊，有他会回去，你们玩一下，他回去。请问您要邀请我跟您跳一支舞吗？我跳出去，你跳出去的时候把你抓住。哎、欸，你这很坏。要不要你要跟我跳个华尔兹啊？来了。这是啥？耶、yeah, ，回来哦，跑去跑是吗？不是这吧？上不去吗？上不去。对啊，那应该是这边吧？嗯，搬石头吗？没有吧，就是上去吧。哎、欸，过来了！哎、欸，我的头卡住了。这边呢？你怎么自己卡自己啊？哎呦，好没东西。哎呦，够高不够高？哎、欸，有斧头。啊！左下角，左下角，巧克力，巧克力吗？你们看到斧头？你们看到斧头？下面，我看到了、欸，好可惜，它颜色没变、啊、我抓你！哎、好啦，拿斧头了，不要，不是我，我的缘分就在这了，不是我。哎，不够，那个拿来切那个还不错啦，你不觉得吗？我也是觉得不错。来啦，我们的缘分就在这，这是不是要切这个、啊？敲那个树、欸，你是吴刚哦。哎呀，哎这太难敲了吧？敲可爱，敲可爱。哎呦，哎呦，嗯，我还是上去好了，给你们拿好了。太笑，我竟然用跳的，前面太多人了。Sorry。喂，上来了，上来了。嘿，砍柴去，上去了。嗯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好了，哎，屁嘞！那个很远呢、欸，有点远呢、欸。我那个谁，我跳了。完了，杰森来了，杰森来了，杰森来了，快跑，快跑！走，快走！去妈妈妈，我怎么掉下来了？哦，要死！不是我跳到，但我不知道我要干嘛。把箱子搬下来嘞。好，嘿咻。这个时候就要对你说：“利米尔诺，利米尔诺，嘿，哇塞，你好酷、哦！你真的看得了吗？华丽的转身，哪边丢？往下吗？反正你丢错地方会回来啊！哎呀，是不是很远很远？你没跳过去嘞，我勾到了，很远呢，那个，哇，超远了、欸！箱子动了，箱子动了，箱子动了，没有喵，他躲在后面。”我在箱，我跳过了、啊，我在这里，哦、我往下丢、哦，好哦，丢，好啊，所以是在这边是不是？啊，应该是，不要拿斧，其实这里直接上去应该就行了吧？对啊，刚刚我跟哈记稍微跑了一下，哎，这个不难，那、啊、另外两个嘞，这边没东西、哦，啊，我们在上面看，在上面，好了。你上去想说没上来过，看了一下，对，哎笑，跳，留下啊，我的，不是我的手卡住了，哎、欸，上面有好恐怖的人，上面好恐怖哦，住我啦，真的好恐怖、哦，怎么能跳到这里啦？真的，我是看过
最恐怖的风向机了。什么东西？风向机啊！你可不可以自己重置啦？我啊，越卡越死了。好了，我重置。哦，我的想到就觉得手好痛，我的天哪、啊！哇！哎呀！哦，哎呀，嗯，哎呦，是要从这里过去是不是？啊！看，哦，这里。哎、欸，这个箱子怎么这样？怎么会这样？箱子怎么自己翻了？哎、欸，哦，进入了。我傻眼。这个。哎、欸，被斧头顶开了。不会转哎、欸。飞机耶！你想干什么啊，小坏坏？啊！别别别！拜。我们一人一个位。你有四个位，我有四个，是吗？哎、欸，等下这个不会转哦。对啊，这个会转，这飞机会掉了哎、欸，它会冒烟哎、欸，它被套住了，要把它那个绳子拿掉吧。对不起，对不起，我怎么会把它堵啊？是不是要上去树枝那边？对、啊，要把那个铁链拉掉。哦，哎呦，我们要解放它，让它自由。哦，啊、怎么上去？这里能不能拉出来啊？还缺差一点，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哎，拉出来了，拉出来了，拉出来了。是他派去啊？你？我们要修他吧。旁边吗？缺什么啊？这里有东西吗？等一下，这飞机也太难上去了。我知道了，帮他加油，加油，加油，我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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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拉是只是只要把它往前推就好了。我把链子扯掉呢？啊、你可等那链子要怎么扯啊？有啊，前面扯掉了、哦，有可能往前，前扯掉了，是不是往前推当垫脚而已？这样哦，推拉，我拉，推推推推推 推, 推，了有了，再推了。他这飞机设计不良，根本不让人进去啊！他应该只是让你当垫脚石。啊，绳子勾住了，有了，到了吗？他没有想过有人要进去吧？对啊，就像我一样，没想过有人要进去。设计不让人进去的飞机，会套头啊，哈基怪，这次要去哪里啊？很矮耶，这进哈基头，过来低头、嗯，高度感觉过不去，感觉不够哎、欸，不够，是不是可以再往前推一点？哦，可以再往前、啊。他好像他还能推吗？前面好像灰色已经到底。对啊。哎、欸，进去了！你套住了，套住了，套住了！哎，你怎么抽离了、啊？一下就掉了，怎么脱离了？一下就掉了，还是你因为你的头不够大？我觉得你好好讲话哦。太远了，不是啊？你要看，你看像我的就有皇冠，有没有？可以再拉过来，可以再拉过来，是比较尖，比较扁，再拉，有，比较扁，比较宽。你比较错了，比较 OK。对。哦、我的比较远啦，哈。啊，好。哎。啊，嘿。啊，走。嘿。这可以。所以那边真的上得去啊、哦？哎，差一点。可以。我差一点。可以，我差一点。冲、哎！又、yeah. 啊！哦，跷跷板，跷跷板，跷跷板。有一边偏比较高就可以。斜了，斜了，斜了。来自哪？来了。拉我的饼干的那个扁边的地方、欸、啊 ，open 酱 ，open 酱 ，open 酱，还是喷，听起来好恶哦、喔，黑的喷，黑色的喷，对，人家是瓦斯 ，open 酱，我是瓦斯 ，open 酱，黑色的收水酱，刷刷刷刷，有嘞，有嘞，啊，然后嘞 ，open 不行吧？跟你一起 open， 恭喜发达，财保存，新年为什么？ Open, 为什么？这里吗？要往上下吗？下面，下面，下面，下面。我以为这边我们来过了、欸，这边没有啊？这个门要叉叉，这个大石头吧？哇，还有这边有，我操，有一个大石头，上面有电线。哦，有有有有有，那就都有了。哎呀，哇，你这个好累哦！有红色的按钮，电梯耶！车卡了，电梯哪里啊？
哇哇，这推下去就你下去啦，你下去啦，下去啦，他上得来吗？底下，哦哟，哦哟，我们走开，我们走开，我们走开，走开，走开，好重，完了，完了，怎么了？怎么了？车车完了，车车卡在下面没有动。哎呀呀呀呀呀！哦，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不是这边啊，不是这边，那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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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上面，这边上面，那边上面有一个黄蓝线，有一个蓝色线，在帐篷里面，对，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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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喷，你要去哪里？哦喷，哦喷，要来看一下这个红线为什么是这样接的？这就是。自己爱自己有没有？对啊，自己爱自己啊！哦，红色的水不是100度吗？蓝色水就是凉的，然后105度。哦，100加不是105嘛？对不对？哇，好聪明啊！天哪，太聪明了！啊啊啊！蓝线。哦，快掉下。电梯。下去了。下去会怎样？下去应该会重置吧？哎呦！哎呀，来了！重置。拜拜。哇！哇，这是我们刚来过的地方啦！走了走了走了，好久以前的地方，好久以前，天啊！哎呦，那时候你还蓝线掉下去，那时候棉花糖刚变黑，蓝线往下丢比较好，对，你要把它丢下去，拉重置。哎，来喽！有人在搬电视机啊！你要搬去哪？回家看，是我的电视机哦，所以不是这个哎，嗨，是我的电视机，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我的电视机干什么？等一下，我被你卡住了！哎呀，这样好长啊！所以这边只是个那个……哎，你怎么上来了？啊，我刚刚踩入闯单点了，白痴哦！我想说你是鬼片里面的那种东西哦。他刚从电视机爬出来的。哎呦，什么？你是不正直？阿宝，坏人！这个线要接哪里啊？是的，反正先把这一边。我觉得团团的鼻孔应该够大啦，要试试看。还是房子里面有东西可以？没有哎，没有，房子里是下去的电梯，电该不会真的是电视吧？哎，所以是下去拿东西上来吗？哎，我不知道下面吗？对耶，我刚没看呢，我刚刚直接跳下去的。走啊，跳啊，跳啊，跳啊！啊啊啊！哎，我们上来啊啊！因为我被电梯压扁了，这个就是头脚伸出窗外会出现的情节，真的。哎，这是刚才的那个。对啊，对啊。还有什么可以拿？这里有什么东东？那台车不可能吧？车子吗？很远呢，这个线有那么长吗？因为我现在的画面是在电梯底下吗？可是这里啦。哦，上面是这里有一个鬼东西，拿走。鬼东西，你的同类吗？他你的同类吗？前面进，后面出。哦，电池哎，后面出的。对啊，那我帮你们。好挤哦，这里，这里好挤哦。耶，那你不是可以爬电视？你为什么要走这个？不行啊！他拿的东西，电视出来，那个是旁边那个圆圆的，还是按上面的啊？下面的可以按，然后按这个吧。还是你们过重了啊？喵，他卡住了吧？我卡住。哇，那他卡住吗？他被电梯夹住。哦，然后喵他按那个载入什么鬼的？载入什么鬼？重新载入存档点。哎。有了，没抓到电梯之力，再把它叫下来，再把它叫下来，再把它叫下来，叫不下来，来路叫不下来，不是啊，我卡住了，我看，等一下，电池卡住了啦，白痴哦，电池卡住了，等一下，完了，等等等，有在动，有在动，完了啊。他的手被电池压在下面，等下，等下，等下，哦，等下，爬不出来，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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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电梯下去了，啊，我的手，用电池救命，电池救命，哎，拜拜，哦，他是鬼，你不要忘记他是鬼，说我是鬼，有吗？等一下，我要一只手先抓着，啊，断了，翻过去，手按。哎，这样子变 loop 了，按按，你们按了毛讲，有了，
loop 分夹、啊，这啥？哦，直接上去哦，电梯上是哦，电梯上楼。哎、欸，你太坏了吧！窄路存档点。坏熊猫，你这只坏熊猫。我刚刚只是要上去。你这只坏熊猫。这只我坐在上面嘞。你们也别想得到。不是，蓝色的线卡在下面的啦。坏熊猫。蓝色的线头卡住了。坏熊猫，拔出来了，拔出来了，拔出来了！不是我刚刚想上去，没有上去，把线扯掉，直接扯掉。既然我们别人也别想得到，你们想要这台吗？哎、欸，拜托手下留情，我上去了，我上去了，等下有人拔掉了，有人拔掉了，有人拔掉了，又是坏熊猫，是不是？不是我，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坏熊猫，它是坏掉了，有了有了，有了，又回来又回来。看一下，上面有个笼子哎、欸，总会是粘到你。是装谁？还是坏熊猫？就是上下上下上下的这样子而已。哎呦，哦，笼子可以打开，笼子可以打开，真的假的？它可以装坏熊猫吗？不行，可以把坏熊猫抓起来吧？不可以，哎、欸，真的可以打开，屋顶太，这真的可以进去，哇、欸，真的可以、啊，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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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这，对，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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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起来，好恐怖啊！关起来，老板关起来，关起来，关起来！哇，抓起来！天哪，不行，我们关起来了！哎、欸、哎、欸，我们抓另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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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你挺一致通过坏熊猫，抓起来了！不行，不行，可以啦！不行，你要吃香菜的可以出来。下去了，太阴了，太阴了！哈哈哈在上面，在上面，在上面。从零开始，从零开始。哎呦！哇！好笑啊！下来啊！电梯。有点尴尬、啊，不会，他会下去。他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啊！我啊！拜拜拜拜拜拜！哇！我点错了。坏熊猫。不是不是我，是他剪掉了。你跑纯嘞、欸！发掉了，你放心吧。要载入存档点了。我没有啊，我还在这边呢、啊。你们可以过啊，你们可以过来了，你们过来、啊，只是绕一绕一圈山的边边而已，没什么。啊！你不在看坏熊猫的故事吗？啊啊！怎么又有飞机？垫脚石，开门！中间呢、欸？哎、欸，有冰块、欸！这个是要把融化是是吗？不知道，这里有一个板子。哦，这里有个板子，要搬上去而已吧。这里有个板，打架就吧。哎、欸，这里可以往上。哪里可以往上？冰块是融化，现在越来越融嘞、欸。哎呦，真的没融。它不能碰到阳光，它没了。板子放在那个板子放在冰块上面啊，对，板子放在冰块上，对对对，遮阳。它刚刚最后之前是碰到雨月的屁股，然后就融化了。屁股很烫，就是热脸，什么意思？贴冷屁股，可能是很烫吧，刚烤好的烤鸡，火烧屁股，可能一千刚烤出来的，刚烤出来的，105度左右，105度的烤鸡，我放开了，我放开了。真的是105度的你，对啊，它的冰块会反射大家的脸哎、欸，哦，原来是这样放。我刚刚第一个直觉，我一直觉得你的板子是要放在下方，然后让冰块跑，它要遮阳，这样它才不会融掉。它气太重，完全推不动。对，可以可以可以。哎、欸，你头要不要戴这个啊？它还是在融哎、欸，它还是在融。要赶快呢，没有挡到很全部的关系吧？我戴这个。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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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融了，要融掉了。这样可以挡吗？已经融了，不行，上面要挡住。哎，谁融掉了？小雨，快点去！啊，上不去，跳这个好不好？哎，保存了，我不知道这个，不知道这个要慢慢放。你要是不是？你要慢慢是不是？慢慢放，慢慢放，放谁？放谁放？
帮小雨放，帮小雨放，小雨比较带得下，我带不下。哎，差一点，差一点点，差一点。我头降，我头降。那烧这个、啊，我低头。烤鸡。不是，我要让他，我要让他反过来啊。哦。我低头，我低头。我现在干嘛？我们在帮小雨戴帽子啊！对呀，戴帽子啊，还是给哈气戴也行啊。火把应该会回收，好像有，好像有，有吗？好像有，好像有，好像有。好了，放开了。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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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好重啊！太重了。怎样？哈哈哈哈哈！Lucky ball 不是，就是没有，就是玩那个有没有甩甩那个宝特瓶？对啊，甩什么？等他们一下，我们上不去啊。嗯，啊，那个载入存档啊，重置就可以上来了。哦哦哦、等一下，我这我这三个在这边。哎、欸，差点！哎、欸，哈气好像可以哦，差一点点。自由女神，男人。带你了，带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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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来，过来，你有没有带呢？等一下，我瞧一下位置，瞧一下位置，到底有没有啊？没有，没有，他一下就会掉下来，还是很重，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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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人家嘴巴都还没打开，提错东西了，提错东西了，这是很难呢。所以那个是要融大冰块吗？对，大冰块有吗？有吗？笑，要融到适合的跳的高度吧，感觉。哎、欸，好像有。你抬头，你抬头，你头抬高。有吗？有头抬高，你头抬高。带起来。啊，我头抬高。我放了、啊。我看不到，我只看得到筒子，我不知道我头有没有抬高。还是可以再融一点。我放开了。好，停。好好。这要怎么过去、啊？不行，这太重了，啊、它会弹掉，好不好？走吧，走吧。再见，再见。好了，可以上去了。来了，哎、欸、呦，哎、欸、呦、欸，太命苦，我们要爬这个奇怪的石头。哎、欸，它可以一直融吧，因为那个只是雕像啊。那可以，那你把它融掉。有冰块可以多的、哦。有哎、欸、有哎、欸。大点。哦，它是一个人在拿锤子哎、欸。对。喂、嗯、啊！我有、欸。不是。哎呦，被冰在里面了。哇！哇！有封面图了，教教我，这是冰山猫猫，冰山雕像，冰山美人的哇！怎么会这样？冰山呢、欸？我说哇，我可以在里面活动，没差。你怎么在里面？哎、欸，这也是没办法融化、欸，哎，是怎么回事啊？融不掉了耶！我看它是已经全融光的、欸、啊！我看它是没有，我看到它又冰块又回来了，不要出来，不要出来了！我看它是全融光的，它、哦哦、是空的，它是假的。哦，所以它假的了，吓死了！我想说，我跳的瞬间也太……哎、欸，太戏剧性了吧？超好笑！哎，笑，这好难抓跳的点哦、喔，在哪里啊？啊！下去！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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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让你过！不要！嘿咻！不要直接靠那边哈、哦，好像不太行。你干什么？你现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爱喝水哦，你小心哦。爱喝水，快喷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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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样，我要水。什么？然后呢？下面的飞机吗？跳飞机那边把它扯掉吗？喂！滑去了，把这个扯掉，让它下去。哪里个嘞？扯掉吗？感觉是啊。那这样的话，另一个这边是不是也要扯啊？它自己摇。把手放在空中甩，这感觉拉不起来、欸，感觉就是这样。摇，嘿，摇摇摇摇摇摇，感觉是固定的，不然他那个感觉一拔就掉了。等他的螺旋转会转啊，你就一起转吧。嘿，那有什么？往哪边可以去啊？那边我们感觉就是要去上面那边啊。
是要沿着那个线吗？啊，我猜一下是不是这样，跳鸡屁股然后爬山过去吗？对啊，爬上去。飞机是不是在动？对啊，他就在玩，他玩得很开心，他在晃那个包包。我在那边想想那边啊，我在想在那边转。哎呦喂！嗨，我在想是不是要跳这个飞机？嗨，你一个人吗？飞机爆了。嗨，一个啊，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完了，啊，他为了通话，烂底。猜是这样，对。下去，哦，不行，喂，短羊羊，抓到了。然后到对面吧。哎咻！有了。哎，猫咪。哎，猫咪。哎。左侧，左边。猫咪撑住。我到后面。哎，左边，这边太高了。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也太细了吧！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是不是？哎咻！哎呦，小心哦！水里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Open 奖，所以呢 ？Open 奖一直在蹭墙。哇，我没抓到。哎、欸，尴尬了。这边也不是 啊，不是这里啊，感觉是刚刚繁星那里。不是那边，刚刚也很高哎、欸。因为我在蹭那边，感觉不太能跳哎、欸。这边走到底了，这边没有路了，还是下面有东西？啊，下面好像有绿绿的啊，可是那起点吧？绿绿啊，起点有车。哦，那不是那里。有望远镜哎，我下去好了。为了望远镜。喂、啊。重新来过。上去。可是这边感觉上去不太对啊，另外一边更高呢，还是要跳白色的。白色的。可以啊。这里好难哦。这边可以上来。啊，出现了。哎呦。对啦，跳这里啦。这里更难呢。没有错，我们在跑酷，原来是跑酷哦，哇，哦，记录了，我记录了耶！哎呀，我们开始可以下来录了，哎呦呀，哎，好像也只有这条路可以走，这感觉过去就过关嘞。有看到 ESIC 了，对，开门，哎，可以开的，那可以，这个可以被吹出。哦，这是逃生的啦，那个洞在那边。哦，那我们可以玩这个啊，当然玩这个啊。那这是要干嘛？可以转向哎，可以转向哎。哦，啊，我被吹走。好玩哦，可以吹什么东西？不是电光石有没有？懂了吧？懂了吧？我看到有人被吹下去了。对。啊啊！我卡住了。啊啊！哦呀！音乐吹走。刚不活这个是上下、啊，你看哦哦，所以是拉杆的关系哦。对，把它朝上，然后你们很飞旋呢，很凉哎、欸，它这好凉啊、哦，很凉哎、欸，舒服哦。我们一下可不可以跳？哎哎，拉不了了，有没有拉往上？飞走了啊！你说往什么？啊、往上，直接往最上面那样子。哇、啊，行了，啊、他角度最高了。哎、欸，更高了。哎呦呦！啊啊！飞走了，飞出去啊！哦，好远。你看，啊。差不多可以换下一张图了。嗯，可以。哦，这过关是进去吗？进去吧。有进去吗？是最高的了。进去吗？哦，可以。是最高的了，要看一下吗？哇，最高的了。哦，应该里面的板子跳下去就结束。对啊。我靠，抓不到。你看，
我们要走喽，走，好，喂，好凉哦，结束了，有了，耶，解除成就，解除成就，成就，喂，广告啦，吃广告，吃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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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吃啦？我们来去海底世界，海底世界，海底游泳了吗？哎，哇，好可爱哟、哦哦，好高级哟、哦哦！我喜欢这只斗鱼、哦。嗯，是要走这边吗？斗鱼，这独角兽看到都想扒，扒不起来，扒不起来。它是独角仙啊，独角仙，独角仙啊！哎，这鱼怎么穿过来了？要死！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哪？已经开始跑，该不会要跑金鱼过去吧？然后跑到那边，好累哦！我要从小鸡这边开始，应该就是跑金鱼。小鸡这边开始吧，小鸡上去吧。小鸡上面是烤鸡，小鸡上有烤鸡，小鸡上面有烤鸡。啊，烤鸡被抓下来了！啊，这个，我的天哪，要这样子啊！那钱好难啊！觉得这张地图是不是有点难哦？我感觉可以跑到今天结束了。对哦，我已经在旁边观摩中了。走走走走走！哎，我有听到。哎，小，我上来了。擦玻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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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溜哎！要上不去，要小，要小，哎小，而且我还不时看到鱼，他竟然抖到了。哎，小弟加油！爬上来了，他没有存到点吗？保存，保存，有了，需要。哎呦呀，还没啊！抱歉，好，刚刚有跳保存了，有有有，可以了，走走掉下去再继承保存。哦啊，不是，等一下，原来地板是空的吧？哎，可它掉下去的世界好漂亮哦！啊，它就是海底啊！它哎，掉下去好漂亮哦！啊，掉下去了。欸、我觉得之后应该蛮多机会可以掉下去。我也觉得，我已经一直在掉啊 ！no， 哦，好好看哦！我天、啊，好好看！它掉下去的世界真的好好看哦！哎呦，是兔兔哎、欸！对耶，是那只。啊！喂，我这只的公仔。来的啦啦啦！吉，好可爱哦！这是旋转木马吗？你这爱旋转木马？冇，这是旋转长颈鹿。哦，旋转路 ，healing 咯 ，healing 咯，哎呦，我觉得跳中间不妙呀，阿静你怎么想？啊，抓到屁股了，哎呀，我的屁股，我怎么卡去吧？屁屁，哎呀，哎我，哦，哦，狗狗坐在那边啊，我胯下卡在这条中间啊，哦，旋转路路啊，屁股下去了。哇！啊，被撞到了！啊，没撞到！哎，我骑下去了，没关系，让我再喝水。喝水，感觉不舒服，还是粉红色的。不是这样子吧？勾，勾，被勾到，上去，没。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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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不到，抓不到！得了，得了，抓到，抓到了！哎，好像可以，好像可以，好像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拜。你就这样放开我，超级毫不犹豫。哎，小雨，你看墙上的画。这样吧，啊？看墙上的画。看不到，等一下。等一下。哦，都是，都是那个哎 ，Q 版的那个。好可爱哦。那。哎，墙上是墙上不是那个吗？一系列的那个兔子。对啊，给我抓不到，给我啊，给我抓到，直接放手，我抓不到。那我抓个，哎哎哎哎，我放放放放右键左键。哎，我抓到了，碎啦，碎啦，抓到了，抓到放右键。哎、啊，我放错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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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旋转木马敢不敢快一点啊？会甩的那一种，死亡旋转，哎，上去，那个 death rolling， 啊，转一圈，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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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都没有跳那个通知啊？我也没看到，对，我没跳那个存档通知。哎，你们没跳吗？我是有看到，好像是有房主看得到，因为刚刚都没跳。对啊，因为刚刚也是你讲的，我看到这张，上一张有，这张没有。那是用猪会被猪推下去、欸，对啊，猪硬张猪，对啊，我身体跟着摇，还好没有开那个。你说 without 猪吗？猪猪，回来了，嘿咻。哎、欸，是黑白猪哎、欸！我拉不下去好了，被拉走了。是黑白猪哎、欸，好怀念哦、欸！超级童年回忆耶、欸，我的天哪！哎、欸，这个我没有回忆哎、欸，真的就他有出很多那个便条纸文具之类的。对啊，真的假的？真的啊，那就是黑跟白而已。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我的文具太容易消失不见，所以我还以为你要跟我们讲我们有年龄差距。没有啦，没有，应该说我们太容易文具消失不见，所以家里都给我买那种最洋春的。你是讲洋葱还是洋春？洋春，洋春，洋春，洋葱。没笑，完了，做不到。天哪，这是什么神奇啊？妖术啊！我一直，哎呦，没有，对不起。狗狗做到百出了，完蛋了！哎，他这很过分哎！我的天哪，这是什么？哦，水母又要他那个环，我以为中间是透明玻璃，不是哎，这个环是空的，它是空的，有够过分，过分哦！我看到一个很奇妙的生物、欸，那是猴子吗？猴子，它像梗图，先看左边，然后再看中间那个。啊、等一下来看看。哦、哎，快到了，快到了。啊，不是吧？靠，原来是要走上去哦。你是也那个了，太坏了吧？我看到有更坏的，它直接要独入存档点了。被发现，你这是坏熊猫哎、欸。哎、欸，哇，是什么？好难哦！真的只有边边了。那个音乐好像不用抓哎、欸，不用抓、啊，好像是哎、欸。对啊，傻眼鱼。哦，我觉得这里好像要稍微抓一下会比较好上去啊！哎、欸，哇，飞下去了！对，是空的哦！我的天哪、啊！飞起来！这是什么恐怖的地图、啊？那么可爱。原来我们要当一只海底的鱼是一件这么困难的事情。啊、真的，不知道海底的鱼还要跑酷。我们学到了。为了不被人类吃掉，我们只能这样子。啊，右边那个真的好像猴子哦。哦对，那个会看人的那个。我觉得它很像那个有一个本图的，对不对？迷因那个。不是不是，我想到是有一个恐怖游戏的猴子。啊，恐怖的。它会那个追人的那一种。你是说那个、哦、你是说什么鬼的？不是不是，他一个关卡是猴子会拼命来追你。他是有个旅馆的猴子、哦，然后你要去吃那个。对，我上不去了。吃灵魂碎片。对对对，那一关。上去。哇哒哒哒哒哒！哦，咕咕咕咕咕咕！啊，白痴这边啊，嘿，上去上。是啊，我操！这也太容易摔了吧！哦，修，嘿修，抓小鸡的屁股啦！嘿修，法洛波，哎，怎么只剩一个细细的框了？那边也太难了吧！他那个去背，那两块去背去的特别多啦！哇，他进那个猴子上了，这不是猴子吧？是吧？是吧？我觉得它的某个样子有一点点像那个 Bibo 猴。你现在踩的有点像驴子啊。Bibo Bibo 猴。完了，发下又踩错了。完了，哎呦！屁股有点痒，有用磨得过去。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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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屁股太痒了吧？好痒哦！这个好痒哦！
等一下太难了。哦、oh. 哎，哎呀，哎呀，上去，哎呀，上去，上去。哎呦喂，我到底在干嘛？我是体操选手你啊啊！哎呦啊，哎呦喂，你刚好卡进缝里嘛？哎不要！把眼睛眼睛戒踩一下哈，乖听话，上去。嗯，眼睛恐怖哎、欸。算了，抱歉抱歉抱歉。狗狗，我狗狗下去，狗狗下去。我的手进入死亡交叉。我的手啦！啊！哎呀！哎呀！哎呦呦呦呦呦呦！这屁股上去，屁股上去，屁股上去就好了。屁股上去伸伸就过了，屁股伸就过，屁股就过伸就过。哎呦！啊！被挡住了！哎呦！你要跳到哪里呀、啊？那个平台上吗？跳到那边呢、欸？那边平台。这也太难了吧！云跳到那个云那个吗？摩天轮？它摩天轮的位置是不是90度啊？就是、哎、我家里好大哦，你压力山，哎呦，听成我家里好大哦，我家里好大，我家很大哦，有没有面包？有没有面包？哎，没关系啦，可以去看看嘛，对不对？快跳到最后一个云了，压力好大，加油，休息一下，有没有 TP 上来啊？风景真美好，设计那个记录点，记录点，对啊 ，Spot Point， 摩天轮，这两个云也太小了吧？对啊，去刚好拿可以抓到我的脚吗？去被去的很干净，你在哪里？啊、如果我在这边保存，哎，有了吗？欸、好哦，保存，保存，哦耶！哦耶！我想去猴子看看。噔噔噔噔噔。这是去哪里？这是去哪里？这是去哪里？这样吗？哇！耶、yeah! ！抓不到，死烂地方。这是啊，这个我知道，光遇，光遇有。哇！这时候给你看哦，海底隧道，好漂亮。然后走一走，对，等下有个空档有没有？有那个空档，然后你就变好漂亮。好漂亮，太漂亮了吧！蘑菇哎、欸，哎、欸，哦，我想说我们怎么那么乖都没用跳的，然后回头小鱼在用跳的，不是我比较晚过来吗？是，那猴子不是熊？哎呦，感觉是很好玩啊，感觉很可爱哦。蘑菇吗？屁啦！我以为那个是可以玩的，我也是可哎、欸，顽皮豹，对对对对，有顽皮豹哎、欸。熊大、欸，我要进去，可以吗？进去吗？不行，那只是一个装饰的跑酷点。点点点点点，顽皮豹跟异色熊大，想到哎，喵、欸、哈，异色熊大，穿帽 T 的熊大，喵哈，我们那时候是选画什么画到最后有顽皮豹啊？你有印象吗？你有捡到吗？那个呆呆兽吗？哦，呆呆兽画到顽皮豹是不是？哦，呆呆兽变顽皮豹、哦，变呆兽了。其实还是颜色像而已，颜色蛮像。我记得那时候是画什么迪士尼的，迪士尼的，迪士尼的东西。为什么变呆呆兽啊？我那时候想说，我那时候想有观众记得，对啊。太神秘了，那时候想说奇怪，跟呆呆兽都不是，都对啊，不是同的、啊，因为我们玩太多场了，要回忆一下。哦，因为那天那在玩那个啊，那个电话传情啊，就传到不知道为什么变成、哦、跳跳虎啊，跳跳虎对啦，哦、跳跳虎最后变顽皮豹了，这也是蛮神奇的啦，太多了嘛，因为后面来不及上色。哦，我记得有一个人就是只用粉红色在上那只跳跳虎，我就。这是飞哦！这里哎、欸，这里真的有顽皮豹哎、欸，这是顽皮豹吧？对啊，我们就刚刚看到顽皮豹，刚刚只看到啊，真的是有不要了，真的是有不要了，有波妞是不是？不要了，我要掉下去了啦！不要不要了，真的不要了，不要，真的是不要了。小唐要抓对地方哦，会红标、哦。你说哪里啊？你说这里吗？它很长那个尾巴。哦哦啊！这个可以进到那个洞里吗？不行，可以。哎哎，可以啊！你进去了，你要进去了。你把它吐进去吧，把它吐进去里面。我想，我已经在里面了，我很想别这样。
那个最深就那样了。我是蘑菇女神，请问您掉的是哪个东西呢？烦死了，每个都女神，烦了。你怎么可以说女神很烦？我可以打那个女神吗？不行，你卡的太完美，看起来很烦躁。那是卡超完美，而且头也是蘑菇头哎、欸，我喷奖。你是蘑菇女神 ，Open 奖 ，Open 奖。请问您要吃粉红蘑菇吗？告他啦！为什么？粉红蘑菇我觉得不太行。告他啦！我觉得不太行哦。那你不吃粉红蘑菇，要吃什么？抱歉。你要想，我们在的地方都是粉红色的蘑菇哦。哦，我觉得不行哦。你们到底想到哪里？告他，告他，那是加满色素的，好不好？一定有加色素、哦。你在上面涂东西啊、哦？完蛋了！哎呦呀！掉下来了，怎么？怎么这么装掉？果酱掉下来了。哦哟，不是啊，你们在那边说母汤，我还真的没想到，你知道吗？团团哦，团团哦，这还有女生在哎。不是啊，我星期一的时候就说我很天真无邪，我不知道啊，没有想到啊。我觉得聊天是一堆问号哎。不会啦，他们一个人说对呀、啊。没吃过，刷文号起来了啊！文号刷起来，他们都很懂我，好不好？哎呦，你还有救吗？啊、那个抱着我烟囱的、啊，不是你吧？哎呀，我一直救我，小我怎么可能没救？熊怎么上去啊？对啊，这个熊的，哎，还是你骑在我头上？哎，在看什么？阿纪，你不要自己跑过来我这边讨论啊！我快到了，白痴，我手卡住了啦！对对对，有看到一样的手吗？那它那个楼梯会很难爬，但是掉下去以后要重爬实在很累，就很烦啊，超好笑。来来，我用脚帮我那个画面上面是蘑菇里长出一只手，等一下哦，蘑菇手。救命啊！这顽皮包可以不要缠着我吗？那个有点难救。他说顽皮包说可以。哦、有有有，起来，起来。我要先看一下他们怎么爬。哦，上去了，上去了。我们双人合作。哎，你在干什么？那是合作地图。两人成型。合作地图，麻烦。一人免费。哎呀，上来上来。一人豆浆。哇塞，上面还要爬，这是什么？花椰菜哦。树吧。花椰菜。树，这是那个。音乐爬树，爬树哦，还有，然后就第三个是空的，第三个又是空的，熊大也太难了。你有看到狗狗的手手吗？有啊，为什么你怎么卡在那？我不知道。狗狗你还好吗？狗狗，我直接很存档点。他又想当蘑菇女神了啦！不是啦，每个蘑菇都插进去，好不好？哎，我刚刚也就是这样子，然后手就插进来了。十六滑梯，哎呀，好了，过去，好，好长哦。我刚看到那个前面是螺旋的，是不是？螺旋溜滑梯，对啊。啊！要跑到那边才能享受哦，好远哦！来玩喽，滑溜滑梯，这个溜滑梯好慢哦！你可以直接跳下去吗？可恶！嗨 ，Hello， 他自己会滑吗？很自己会滑，感觉用走会也很慢。好，那我要滑。哦，有人去厕所回来了。对啊，哎哎哎，有人在上面的吗？快快到，快到记录点，快到，快到我们的溜滑梯，溜滑梯，溜滑梯完就记录点了。啊，好想玩溜滑梯哦。等
爬上来就可以玩喽。哎、欸，可以加速滑，很好玩呢、欸。有人就在塞蘑菇。哎、欸，我到记录。哎、欸，哈基哈基，存档，读存档点，我们可以爬上去再溜一次。爬溜滑梯往回走。爬溜滑梯。赶快挡住小绿，快挡住小绿！啊，没挡到，他会甩过去了。他肯定很快耶、欸！哎、欸，他爬，哎、欸，他跑好快，他跑好快，他跑好快哦！哎、欸，超快的、欸，上去好快哦！你要爬，再爬一次啊！你往上爬，你往上爬，你们跑好快哦！要、欸、头好晕哦！哎、欸、呀，我后面好恐怖，哦、我不想回头。哎、欸，我溜滑梯可以爬很快、啊，可以超快的，超快的，超快的！你看他们，你看我上来了。他们在跑，他们在跑，好晕哦！那为什么滑会这么慢呢、啊？没有滑，你没有加速，你慢慢走会慢呢、啊。你加速也可以，哦、也可以滑蛮快。哦，有人在那边堵啦，很恐怖哎！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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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加步了啦，掉下去了啦，小心一点哦。哦，什么？是摔了。到了，可以滑了。这不能踩了，哟。应该是吧，可能就是当这个灯泡。来来看，哎、欸、呦，可以啊，快脱，可以吗？没有啦，你不下去了？没有，我想，我想说有人会松手，直接抵住脖子。蘑菇扭死，你可以不要抓我的蘑菇吗？不要抓你的蘑菇吗？我说手，你的手没有，他记得抓你的，啊，好危险！刚看到有人直接冲下去，等等啊，好，直接到最下面了，够不到。坏了，我差最后一个。哎呀，我怎么抓到是你？完蛋啦！我要松手了。刚那个尖叫声，不是尖叫，不是我当灯泡当一当，突然当到一只狗啊！不是你，哦，这灯泡其实可以晃蛮远的，很远啊，你看可不可以从起点当到终点去啊？对啊，哎呦喂，应该晃起来可以晃超高。哎呦，啊！晃啊晃，晃啊晃！你不要，你想看我的裙底？他想看蘑菇吧？我想看蘑菇，看蘑菇，不行！想到蘑菇的小裤裤啊，色素有色素，不行啦！你的蘑菇是不是没有用？没有分开洗？好恐怖哦！没有保存吗？那时候没跳保存，看来是还没有。来，我再来看啊，还没。喵哈嘞！哦，在溜滑梯，刚滑下来，溜滑梯。哦，有了，保存了，保存了，耶！哇，天哪！要跳车，快抢车，抢车，快点，赶快进来抢车子！我去抢车了，我去抢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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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车。这能干嘛？这能干嘛？这车什么什么蓝色我的？这真的是车北汽，我头打住了啦！欸、好了好了好了，哦，抓着爱心，抓着爱心，要抓爱心是不是？跳上去抓着爱心。哎呦，我抓爱心怎么没有用？我们两个好像在抓一颗爱心。呜，屁啦！等一下，等一下。怎么这好难？是要走上去哦！天哪，哇，好玩哦！我滑鼠垫坏掉，有一个地方卡。哦，会加速啊！F 可以加速哎，怎么了？我会想到一群老人在开车，大家的姿势都一模一样。哎呦，可以加速啊！空白键啊，空白键是吗？他骗你啦，没有，看你们没掉下来而已。你要这是什么画面？就养老院嘛，然后代步车啊，养老院的代步车那种东西啊，有人掉下去。哎、欸，笑死！这不是这种吗？是吧？我
站好一点。在白星那边吗？好像半个人在车子外面。啊、还有分哦。是吗？这么掉。啊掉下来，要把它弄下来。下来啊！还有两个还没弄下来。我来了。啊！要去哪里？我来的。喂，哦，我的车走。哦，弄下来就可以抓了哦，把它抓到后面去。我去抓，两个没抓下来。可是那两个要繁星那边。我来了。哪边？哎呦！呱呱呱！你是在上面一直转吗？我卡住了。哦、oh! ，是这样脚踩吗？请问。脚踩。好。有人是被爱心卡住了。好了，你看，人家中途在那个，请问要不要捐发票？要不要买爱心笔？这是我们系上自己设计的。不要拉我的车，它掉下去了。你看你的车呢？我手在那边卷好几圈呢，好可怕哦。我的车好恐怖哦！你看我的身体啊！哦呦！哇，你有车子可以运呢、欸，是吧？是啊，好运呢、欸，好运呢。哒哒，叭叭叭叭。要不要上去？完了，我不能转弯。哦，可以。哎、欸，怎么后面有人？怎么后面有人？可以搭车啊！可以搭车吗？没有人。要给钱啊！应该就够了。要给钱啊！好了，干嘛啊？怎么多两个人？救人！你救人！笑！哎，你怎么掉下来了？我滑下来了。会八股啊！啊！箱子都被弄下来。感觉左边一点会比较好吧？可以直接接一点。对，我们把他带走。哇塞，小雨自己一个人搬上去也太猛了。跳的吧，翻上去。你是女生？怎么叫我是女生吗？哎，翻下来的啦。这边还缺一颗。它好不稳的感觉。也派气啊！上去。好恐怖的感觉哦！你先上好了，我觉得好恐怖哦。我 OK， 你先上好，我来。你要把车子翻开。啊，会滑哎、欸！但是不能抓边边呐，不能抓太多，没有，不、嗯、不能抓太多，抓太多它会滑掉。它会翻。我来扶好了，我来头卡住了，我来扶它。哎呦喂！哎呦！哇，你们好像铁打你好、哦。上面是不能抓，边边不能抓哎、欸。哦，所以一定要叠到三个上去、欸。哈、啊，那三格哦。哦，那哦，那好吧，全部拿过去。合体吧，合体。喂，好像那个不用往后拉，底部的不用吧？就是对啊，底部还是要得三个，嗯。喂，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推不过去，推，啊，推过去了啊，上面那个就比较尴尬一点，这样。喂，发现那个不要，不用动，是那个放着，那最底部。啊推，等下他翘起来了，翘起来了，团起来了，团啊，赶快弄平，会，好了，要一人跟我在想一样的东西哦，好了，先跟着，在干嘛？为什么要拉一堆车啊？那前面有人在拉，连接车门都。连接车的吗？那我要连在你后面。我要搭车，我要坐免费的车啊，好爽啊、哦！哎呦，我撑住了，他回去了。哎呀，车在干嘛？车祸！有人挡住我，拉着我眼睛啊！我看不到我眼睛，有人拉我眼睛啊！那可不可以用车？可用车卡着啊？我了啦！用车会不会比较好卡、啊？不，可以试试看了哦。对啊，可以啦，可以上来了。可是你抓不到啊，那不要三格，要三格高，掉三个。对啊，可以把方块放到连接车上面吗？再放了。哎，车子不见了。哎，车台在。啊，哪了？要放上去了。
再上去搬。接手。会手。会。有吗？哦，叠上去了吗？啊欸啊、等一下，啊，头啊，头上掉下来啊！失败。我以为骂脏话嘞。你骂脏话了？没有，不会。可以啦，这次卡的很。哎呦喂啊！掉下去了。哇，越来越混乱了。哇，那你在干嘛？我想把方块搬到车车上，我想这样应该够高。哎，等一下，那你要把这个车车当一个，把车子当一个加固可以吗？中间对啊，卡住它，这样应该可以吧？再把它往上叠。车子好像可以卡住方块、欸，我决定在旁边看你们弄好了，感觉刚刚好混乱。加油！这拿下！加油加油！卡在旁边这里，给我给我来来来来来这里，下面的方块卡住了 ，OK。好，好好好，上去。再一个方块给我。等一下啊、哦，我先，等一下。又，先接过一下。我卡个车子，我卡个车子，这样子卡着 ，OK 好。绿色方块，那个方块给我。等一下，我这边再卡一个。反正车子卡箱子很有用。可以。来，阿纪，来，嘿笑，嘿，好上去，嘿笑，直接把它丢了。OK 吗？哎，对，三个有点位置错误。要把它往上一点。我可以，掉了，上去，Go。有了，来了，上来了，然后呢？直走吗？他走吗？他前面看起来对不起，我根本不行。没事，假的啊！你说难得我没有插队了，记录了，可以了，可以走，可以走了。你的车子是不是要过来啊？车子过来，真的，车子要过来，怎么可能？可以，他这可以走，他上面可以直接走啊。不是车子怎么搬？车子很重哎、欸。往上拉。哈，把固定的车子不要动，去搭新的车来吧。我去看新的车车，我看。啊？要拉车子过来？是我上不去。他可以一层一层往上拉。啊，是刚是可以这样。哇。啊，怎么倒了？因为有人手痒。其实他这个不一定一定要用车车啊，其中一个是我，我觉得是哎、欸，哦，全部人站哦，哎、欸，真的哎、欸，真的是要车车。喂，嗯，我把你抬起来。喂，哇，这样一阶一阶把它往上搬，我们就有一台车就好了，就一台车就够了，交给一个人去开。对，还有。哇，他怎么那么小气啊？这里给一台车会怎么样啊？这一个人不能玩哎、欸。对啊，这个也太难了吧。啊、你抓到爱心的小雨。嗯，可是这角度抓不到其他的。哎，抓了一下。哎，有吗？我抓到吗？有啊！你倒下来了啊！你呆。哇，这里真的难呢，很难啊！我卡住了！我卡在一起，你感觉好痛哦，好痛哦！哦，感谢！哇，等一下啊、哦，这样好了，这样侧面好像比较。喂，方块，方块掉下来了。我先讲，哎、欸，先放掉，然后这里掉，这变移位了，哎、欸，哈，哎、欸，这蓝色是可以动的、欸，哎，啊，那蓝色可以把板子放下来吗？可以吗？啊，把板子放下可以动的，对，哦，所以是要拉去另一边，不是你拿错地方了，这边吧，这边吧，让它变移位，这里拉去这里。哦，这样就合理了嘛！不然这个板太难了，不然这个要怎么把车搬上去啊？哇，
等一下，后退一点，后退卡到那个缝缝里面了。后退了，后退，后退，后退。后退是不是卡住了？他好像卡住了，是不是啊？完了，对，他插进去了。完了，我，等下，等下，等下，是有保存。哎呦，你说会不会方块要重来？哎，方块没关系啦，我们现在只是，我们在直接从上面。拿到个梯子应该就没事。哎，我也粘在上面呢。哦，有载入存档点就。哎，可是我觉得这个样子也蛮好笑的。你们可以粘在外面的墙壁上面。哦，车也重置了，太好了吧？那我刚才粘在上面。我们就是把板子往下推就好了，就变成一个大斜坡。啊，太好了！开车来。嗯，我们。啊。1、2、3。还有人讲到说这个会移，这个移位了，注意到这个东西，就完全没有想到那可以移。是猫猫猫猫，不要当跷跷板猫，放开猫咪。爸爸，抓着抓着。啊。爸。有到地板吗？有卡住了，卡到地板了。上得来吗？车子上得来吗？上得来吗？这斜度。跳了。这车子好，这车子性能很好哦。你好像很会爬，太高了！你好像很会爬，你好像很会爬，太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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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那大家可以开车车了。你们可以开，一人开一台的。我去开车车。太小，什么？人真的睡着了，反正睡着了。有人睡着了？什么？睡着了？睡着了？粘在墙壁上。他睡着了，他睡着了。没有啦，我在等你们。你要开一台车啊！你要自己来开一辆车啊！你就闭目养神，我懂，我懂，我懂。来了，来了！就排队，排队，排队！开车，开车！我要走安全路线。来了！哎，不是这个，你要倒车哦，我真的蛮想的。卡住了。你下车把它搬起来，把车子搬得起来的。对。喂。你要不要捐发票？等一下，这个有个老人在那边。感恩媳妇。啊啊！团团没甩下来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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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加速键啊，你不是说空白吗？空白键啊，你说自己在上面跳而已好吗？超恐怖的。等一下，我按到什么键了？把他的名条都叫出来了。哦 ，F 吗？怎么卡的？你怎么回来了？哦，走这哦，走这吧。我能下去。把他卡住了。我卡住了啦。你也卡在那边。哎呀，我等会。黏住了，哎、你不要压在上面啊，感觉那个位置真的要卡一台车。哎呀，下一个算再开吗？车卡住了。那还是会特别卡，容易卡车是不是？那个爆。我站在这里。啊，你完蛋了！你刚刚不是那台车也是这样子吗？完了。对呀、啊。哈哈哈哈哈！哎呦，这个车是很烂呢。代步车，真的，啊、还要调位置。不行啊，这车没救了，卡进去了。爱要会移动的爱心，放了算了，直接抬上去好了。请拿一台新的。我再去拿一辆新的。哦。中间没救了哦，有，等下愉悦，你也太累了吧？开车开到半没有哎、欸，我就加入小雨的行列了吗？来了，拿新车了啦！哎、欸，到时候这边挂满怎么办呢、啊？再读一次啊！重读喽，都没有成就、啊。哎，没修。这画面真的很好笑，一对老人在那边开车车，哭啊！好好好好，旧车换新车，看我好屌哦！因为我拉着，我用卡着，我用卡着一路卡过来，我用 RTC 了，好猛啊！哦，这边可以过吗？
他上不去耶，为什么？有没有存档？有没有存档？有没有存档？哎、欸，这边可以踩、欸，音乐有吗？这边有存档吗？没有。等一下啦！等一下！等一下，怎么？这越卡越多了。你要卡去哪里？不去人没上去啦。你看第一个圈，我自己慌死了，哈哈哈哈，两个在后撞啊，车抬上去，但人没上去，大家这次都不带那么多车，怎么打在这里？哈哈哈哈，这个车塞车，哎，想说会不会卡一卡，后面用跑酷就跑过来，用跳的有没有？这只有第一圈，好像不错、哦。然后最后一圈我有放一个了，完了，我先往后走。对，等一下，车子上面还会滑来滑去，车子好不稳，太难开了吧？我一圈都没有完成跑完。假的，不来了。哎，放在这里。我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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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喂，哎，哈哈哈哈，最后一个要卡两个了，你看我快到了，那、欸、你怎么掉下来了？快到一个点了，哦，有没有存档？没看到，没看到，好，准备跳喽，好，我跳，好，为什么这个车？哦呦呦，存档点，存档点，存档点，对呀，哎、欸，其实我也骑上来了、欸。你试试看啊！想再骑一下，你试试看。我跟你说，哦，我们这边也要车哦。没有啦，骑在上面了。这个不可能车吧？你骗我！把车把车抱上来。我上面有一台车了，要靠你了。好，好恐怖、哦。对，这感觉是不是什么三 D 迷宫啊？我觉得是哎、欸，怕好晕哦。再开一次车。我也是。最后一次了。啊，白痴，我掉下来了。这一次再不行，两个礼拜后再来考。啊靠，这会动哦！卡了一辆车，抱歉。啊，这会动的 3D 迷宫哎！哦，我下去了。抓好！好恐怖，我等下一班。哎，我怕我会晕哎。我要去这一边看看。很喵。它只有外层吧？只有外层。它好像是实心的。那就好。因为里面看到内层，里面是可以看到里面的。还有色素吗？色素。我们后面那个是入口吗？对不对？到了。哎，水管，水管呢？水管呢？想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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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想一下，有水管呢，你后面。哦哦哦！哎哎，跳过头了。自己想一下，他自己想一下。什么意思啊？水管去哪里呀？直接跳上去啊？这能抓吗？抓到哪一面呢、啊？抓不到哎、欸，正后面抓不起来哎、欸，蓝色不能抓。看不太懂。对，那要再等一圈是不是？要等一圈，要等一圈了。像他们现在人去哪里了？完了，我们在我们在外，你不来，你进来就知道了。那、可以进去里面就对了。你是要走去哪里、啊？等一下，再想一下。看不出来他要走到哪一面呢？上面看到水管，这边可以哈。不知道哎、欸。而且他会哦，你们在这一面哦。Hello， 看到你们了。Hello， 我们在另一面，我现在变泰山了。没有没有，你跟他们在同一面。哦，同一面哦。对，你们三个在同一面。感觉是要先观察一下哪一边。我的车车，我的车车。对啊，我在看他要往哪里。哦，他有一根水管，是不是？对啊，对啊，我们要想办法荡上去。那你们，相信你们这边差不多。对啊，我们刚刚看过一轮了，就这里了。嗯。我们要走这边直接跳下去，哈基松手，哈基松手，松手。哦，大概知道要怎样，哦、要从这一面上去。这个哦不，来不及，来不及啊！我上来了，你是世界冠军，我走进去了。好，好，好滑，好滑，里面好滑，喂！世界冠军，对对对，这里也是好滑的，这里好滑，滑滑。是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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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是要滑过去的。哇！哦，我想想，哎、欸，结束了吗？你到头了吗？
有存档点吗？有存档点吗？没跳动任何东西哦，有了，有了，啊，还没结束了，还没结束了，吓死我了，想输输看。哎、欸，唔对啊！哎呦，去哪里呀、啊？这的话我会滑下了，哗哗哗哗哗，哭啊！没抓到，哎呀！存档点，哇，积木哎、欸，这可以撞吗？哇，积木台、欸啊、可以撞吗？居然是选这积木，可以搬吗？对啊，那毁掉的吗？可以。最好弄我们，最好弄。喂喂，笑爬爬爬！哎呦呦呦呦呦呦！哦，喂，起来！嘿咻，嘿咻，嘿咻！嘿，哦，这个爬起来轻松多了。对啊，就。靠自己的力量真好，不用靠那什么车车。哎呦呀！你下午怎么这样子？这样子？哎呦哎呦！来了来了来了！哎呦！这根很滑哎、欸，等一下它走都不小哦。哎呦哎呦！抓到你了，抓到你了，抓到你了！仙子。什么？你刚刚说什么？蘑菇仙子。好、哦，我听到黄仙子，我想黄仙子是什么？太滑了，那个太滑了。这要怎么？看一下。那这要怎么走啊？这个要怎么走？这个要怎么走？这很滑，要怎么走？这个站不住哎、欸。对，很滑。哎呀，我现在没办法过去，你他妈别。他确定要走过去吗？看起来就只有那一条而已、啊。你们在哪里啊？我还在那个方块绕圈圈啦、啊。哦，我不能重置啊！我重置全部人都重来啦。啊，真的。哦。对耶，好像就是有那一个可以。还是要抓那个灯。灯好像前面就有了。那灯可以抓吗？那灯有点远。你相信你抓得到的？我相信我不行。爬一次才知道。啊、那超滑的，就没地方可以走。啊、真的耶，他完全没办法走哎。不行。超滑。前面看似简单，原来那么好爬的原因是这个。真的是因为后面那个圆柱。那我还想念那个车车了，用车车在上面。真的应该是要真的就是这个了，可是哦，真的是。对啊。而且他很白痴的是。你要爬之前，你视角会拉很近。对啊，会看不到。会，整个就被放很大。会。拉了。跟凭感觉走。墙壁不能抓，可恶。跟着感觉走。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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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哎呦！很滑，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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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倒着走哎！有啊，好猛哦！哎，快点快点！我晕了，那个灯挡我视角啊！可惜了，那个灯啊，那个灯，好猛哎、欸！你快走到了、欸，好猛哎、欸，差一点哎、欸，而且我是倒着走啊，对，你倒着走，太强了啦，好猛、喔，太扯了，我也要学你，我们要吸取前人的教训，前人的经验，对，我后不行，太滑了吧，看来那个前人是超人。我们学不来，学的太强了。哎，只要稍微滑一点点就直接滑下来。不是你在这里，我没抓你哦，我没抓你，举手就牵到你了。你的手就放那边给我牵啊！哎，原来你这么想要蘑菇女神的手？哦，不要！哎呀，哎呀，那家叫小春菇，然后是香菇的菇。春菇，小春菇。哎呦！志明与春菇。哎呦！志明与春菇。你怎么爬的啊？我要倒退了。蘑菇女神需要你的帮忙。啊！快到了，快到了。走了。
我走了。马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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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不行啊！抓我的头！好，等一下你刚刚你的位置快快的，你先过好了，你先过，你先过，你先过。我调一下的滑鼠垫，我滑鼠垫快掉到桌子外了。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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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啦！我觉得我连上这一根都是问题。不是啊，好滑、欸，真的超厚、欸。你可以这样子移动吗？不行啊，当然不行啊。不行啊，站不住啊。还是你是说这样子动？就那个手晃过去的那个移动。对。要这样子吗？这很长哎、欸。哎、欸，我看倒退路到、啊、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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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嗨。嗨。哎笑。哎笑。哎笑。脚过头就过，脚过头过，我说可以的，走看看，我行的，快，开局就失败完了，没掉下去都不算失败，快说，要他先走吗？我觉得我能不能上那根都问题，一边左右左右，那边没错啊，走过去那边，哎我卡了，哎。我去那边没错啊，对，完了，我好怕，我好怕，我好怕。啊，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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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灯不高。搬搬搬了搬了搬搬搬。绿色的平台。三。那边走过去那边没错啊。三二三四，真抓不到。哎，雨月来了，我终于来了。哎，你又飞得过来，你好猛。啊，我终于过来了。这里是哪里？你是谁？来走积木了。手机屋上面有一个超级滑的圆柱，挖挖晃器，没有错边啊，这边对了，这个能跳吗？这不行啊！笑，我刚刚抓不到那个灯啊！哎呦呦，这个方块很滑，方块也是滑的。啊，不是柱子，对，旁边那个超滑上去，因为是空的没路啊，跳过去。那看起来就只有这个圆，真的是只有这一条。嗯，对啊，笑。爬高那个积木柱子也没用吧？没有那个滑，那个滑，那超滑。对啊，那个也没办法爬。那个上去了也没地方走，因为就是要去对面那边，然后呢到那个框框上，到窗框上面。啊、不然就是喵哈，你走中间，我跟那个团团一人一边，牵着你走过去。啊、什么意思？杠杠原理过去要单杠。你有看到小丑？只挂在中间。对，你挂在中间，然后我跟团团一人当一边的过去。这桥很合理哦。所以你要牵着我的手哦。那我要牵，你要抓我的脚，我抓你的脚吗？哦哦哦，对了对了对了，我牵到手了，我牵到手，我一直牵到你的，你扒大腿啊！我好了，我这边好了，你嘞？我是牵到屁股哎，那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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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预备啊！你挂得住就好了吧？哎，我已经掉下去了，停下！喵哈松手，喵哈你松手，喵哈你松手，喵哈松手，好好好，来一二三 ，Go！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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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我一直按空白键，他没反应哎。我帮你瞧一下吗？这个是什么画面？这个画面我知道。前进不了。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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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我回来我让雨月先试，我先回来我先回来。啊那个灯啊那个灯、啊、又是灯吗找那个灯啊来音乐加油那个灯是透明的是抓不到的那个灯会直接穿过哦它是假的对但是它会挡你视线音乐第一次试跳预备这个很难啊感觉很难这真的难对吧、啊、所以我真的超火、啊、我刚刚才一大堆鬼点子啊真的呀就是因为正常的感觉很难过我马上回来哎、欸，可以耶！哦，小心灯哦，小心灯，小鸡，小鸡，小心灯哦，后面有灯，后面有灯。哎、欸，雨月过嘞！哦，哎、欸，雨月掉到又是那个地方，所以那个灯很危险哎、
啊，他会把视角挡住啊，看，所以他真的是倒退路啊。哎呦，好难，好滑。好了，好，选手准备。记录两步。太难了。排队排队。太难了。你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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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连上去都是问题。哎呦。哎对对对对对，先重新起步。重新起步重新起步，重新起步来来来，没事没事。歪了你们说这个哦，不可能啊。嗨，的确是走这里没错啦，因为前面的路线你看刚刚看的就是走这边没错，就只有这里。没有啦，他们是说路口前面这一柱的方块啦。路口那也没有用啊，那边也没有其他地方。对啊，有啊，这个柱就是从那个我们走到那个柱子过去之后，从框框过去啊。对啊。光跳到那个，然后对啊，你要不要跳看这个、啊？从上面下来的吗？对。对啊。我试试看这个。分手。行、欸。你要走吗？给你先走，我过去。我过去。啊、那你掉下去了？没有没有没有，差一点点。繁星说那个方法感觉没办法哎、欸，好难哦、喔。他没地方踩啊！哦，你是说牵手吗？对啊，牵手、啊，牵手那超好笑。我以为可以嘛，就两边一人出力，然后左右过去。对啊，他如果有变成有一边动不了，对，不行啊。对啊，这直线七秒，你都超过七秒了好吗？嗯，早就超过了。嗯。200公尺就在七秒内传过去，那到底怎么样可以边走边平衡？难哦，哪边是怎么来的？这边当猴子了啦，刚才猴子也当了啦，放弃了啦，不要走上去。怎么走、啊？前面可以抓，后面的感觉抓不起来了。我也刚才试着想要当猴子荡过去，结果。抓到后面就感觉抓不太到哦，他的墙壁是滑的，他的墙壁是滑的。他都已经防止一切，我看到繁星要干嘛了。欸、太难了吧？可以的，我觉得我可以的。哎、欸，繁星，你旁边那一根积木呢？哪一根？几点？几点？对啊，我就在想那个嘛，上面有一个蓝色平台的，对不对？对啊，那边没地方踩，那边没地方踩。啊、如果你用荡的话，你就觉得你胯下很痛，被东西戳。反正你试试看啊，这个。那个可是你不可是我已经忘记怎么荡了、欸。就左右啊，左右抓左右。可是你左右，你就觉得你下面有东西在顶你。嗯，哎，被那个灯挡到视野。那个不太好猜哦，受不了。嗯，因为它太小，花掉了，我手湿了。哎、欸，啊，手汗。你手湿了？对，我手是湿的。你手湿。对不对？这没有，不是很高端啊。对啊，不好弄。哇！不行。哎，其实是可以的，就是平衡，你要多试几次。不然一个人抓一个人的屁股，这样蜈蚣走过去。那我们人可能不太行，我就会一起掉下去。不然就是蜈蚣会断手断脚的。哎呦，它下面也很难抓，有的地方抓得到，有的地方抓不到。因为对，可以啦，你看我已经抓三分之一了。哦，你要荡过去的。对啊。加油！我来挑战的。哎呦！哇，远远后面的好猛哦！哎呀！就正上去走嘛，视角要调正的应该比较好。哎、欸，嘿，被插队是不是？不是，我的头刚拔掉两根，刚挡住视野，不，是不是一个视野？插这是插最后一小段，刚好被灯挡住视野。对，我就是
上上去就很、啊、我刚刚那两步也是啦，手好酸的，现在要收哪只手都不知道，对不对？最难的居然是这块，环境车车哦，车车好棒哦，超也好，真的很和平的，车车好棒，车车比较好玩，太爽。他后面不知道还有没有哎、欸，不知道，不知道啊。后面还有蛮多关的感觉，我看了一下，刷不到。不行，这关我一定要过。很气，很气，都完成这样了。喂，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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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刷不到？那你要过吗？够，你够。哇，还在。还在想到底要到你知道到底是怎么办法？为什么你们可以平衡掉下去？我要看 YT 的影片了。啊，对啊，那 Speed Run， Speed Run， 哎，可以借我抓一下吗？不行啊，不行啊，我抓不到地方。哎呦，笑，这样站这样子。啊！抓错了，抓到了！哦，上来，上来！哦，哈基快到灯喽！哎笑，哎笑，哎呀！可以的，我可以的，你可以的，八股哎，你可以的，可以帮我送个加油吗？加油！加油！冲啊！哇啦！不要掉了，不要掉！小心！快了，哈基差一点了。不够大声，不够大声！呀，西瓜，西瓜，西瓜是掉下去了，哎、完了，喊错东西了，喊错了、哦，不是，我刚才喊倒灰啊，抱歉，掉下去，不会了，不会了，哎，难受，好酸，好酸的，哎呦，难受，哇，虫子，你吓到我了啦！抱歉，我在努力抓、啊。突然出现一个抓交替的啊！放手，抓不到哎、欸！怎么这边人都不见了？死光了！音乐快到了，音乐快到了！哦，音乐靠你了，音乐靠你了！执行吗？差一点点了，他已经过灯了、欸。过灯，但是这是最挡视线的时候。对啊，加油！喂，哎，我知道，我好像有一招了。嘿，闭着眼睛，边走边跳。对，闭着眼睛边走边跳，没错。闭着眼睛，一切交给命运。因为差一滴滴了，然后你直接掉下去，你就说我快到了，快到了，我就骗你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那一睁开，他怎么在下面？到，哎，哎，到了，哦，到了，厉害了，救世主！然后发现前面更滑，他没有存档点，他没有存档点，对，明日之星，他接着要往哪里走啊？跳在板子上，然后走板子下面的框框。小姐、okay. 啊，小姐，我抱歉，我在看另外一边，用手抓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他走到那以后要干嘛？往下，下面那个罩门。哦，拱门，你还是要让你跳那个粉红色，然后再跳粉红色，然后再跳到那个粉红色。嗯，没跳好就尴尬了哦。他不是有保存被抓？没有，还没，要跳到熊猫那里。加油！哎，我过了，过了这里，我过了这里，过了，过了。哦，哈基也过了，世界冠军！我跳下来世界冠军有保存了吗？有，保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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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好多坏熊猫的脸，是什么？坏熊猫跑酷啊！我从那个地方快。独自走到这边来了，耶！世界冠军，你太猛了！我们是被关起来嘞，这个是领域哎，我们出不去哎，我们出不去哎。好，
完蛋了，那个是领域，这个也进不去了。机器来了，完了，领域完全就进不去了，是不是？我被水母吃掉了，对，好像是水母啊，哦，领域全开。哎、欸，那个水母会吃人的，小心哦。那允月你要小心哎、欸。对啊，我从你被吃掉，你要小心哎、欸。允月不能被吃哎、欸。保存保存保存。好，哎、啊，有人被吃了，又被吃了，又被吃了！我被吃掉了。过分了，干嘛？这个干嘛？要吃我？哦，球球会荡，球球是会圆形的荡。哦，这也太有趣了吧！惯性一直给它过去，这好难哦，前后的难易度也差太多。啊，啊。我在想是不是抓一只左右左右对对对对对对左右左右，好难哦！哎呦，它可以挂很多人吗？可是不好荡哎、欸！哦，真的不好荡。它是整个很圆球的在晃哎、欸。嗯。哎呦。它只能上下吗？可不可以左右？嗯，可以。它好像是可以各个角度哎、欸。你各个角度都可以。喂，排队排队，挥手啊，都变圆的了啦！等一下，不是，你看他记在中摆，一下还得判那个球怎么回事？把这边变中摆，往前往后，要放一只手去抓后面，前后前。哦，森林会跟着你吗？机车。哦。哎呦。前后。太小。前。到了。嘿。好稳哦。这有存档点吗？没有，感觉没有哎。这里没跳。加油，那边还有一坨啊，过去。还有还有。这里太难了吧，这个。哎呀。我的这个球怎么这样晃？脸被踢到了。完了，我到最后一个球掉下去，一下啊，全部重来哎！等一下哦，没有没有没有，我还在最后一个球，还在粘那个球上面。等一下，我再挡一下。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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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被两个人，两个人重力就很难很难晃了哦，晃不起来了，晃不起来了。啊！差一点，墙壁不给做。啊！变三个人。不是不是，我帮你挡，我帮你挡，我帮你挡。可以。怎么跟你喊你喊你我跟你当啊？怎么好像有点有一个人在串圆的啊？怎么对啊？我没在动他。会啊，那这边这个球怎么回事？前面后面好前面后面前面前面放不起来，不是啊？这球太重了。我绕绕下去，我下去绕用绕圈的看看。哎、欸，他只差一颗哎、欸，然后卡了一颗。绕圈的吗？哎、欸，我快到了。我摔错边。对，你不对边了。小雨在绕圈圈了。到了啊，你这所以这边是一直跳上面过去哦。对，好难哦。啊，连跳比较快，连跳比较快，可是嗯，我最后一颗没跳好。加油！加油！我是倒数第二颗。哎、你好，我是倒数第二颗。哎哎，这样抓门会比较好一点，好像不会、欸，好像并没有哦，并不会哦。不会掉啦！哎、欸，你们在中摆怎么回事？摔上去，摔上去，摔上去！等一下，我的脚好像变拉长了，太丑。好了，我脚又不见了，丑了。哦，好像上不去哎、欸。对啊，斜得上去，我是好像斜不上去的感觉。他就是到180度刚刚好。对。喂。喂。啊啊啊！痛。看来应该是不行，放弃不行了。咻！完了，开始绕圈圈了。呜呼！你等一下，小雨。你们在干嘛啦？你们在玩什么啦？
我的。这才叫旋转木马。有了，我不是那天球群吗？吓坏了。我们是这颗球的卫星。哎、欸，剩我，等一下剩我。你是不是越来越快了、啊？越来越快了，要不要帮我？快哦！我会甩啊！你晕了没？你晕了没？我看看、啊、哈。不行。哇！他出去了。哇！等一下。一、二、一、二、一，我真的懵。我的猫，可以耶，卫星转法比较好听，前有点后前，等一下我被撞到了，你撞到我的鸡腿了，等鸡腿过去，等一下，哇，你飞太远了吧？等一下。等一下哎呀，好耶！我的手手，我手手，你手手卡住了是不是？好了，回来了，回来了。哎哎哎，放开放开那只鸡腿！等一下，等一下没？等一下我变卫星了，等一下，变卫星，变卫星，卫星真的很难动。对啊，啊、哦，差一点点，下了，两颗卫星啊！哎、欸，我准备拉到上面去了，超高哎、欸！因为我在另一边、啊，哎、欸，你刚才直接在上面跳、啊，我在你下啦！有有，止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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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没跳到，哎、欸，住住住！哇、哦，好高！喂，没中！哎呀，哎呀，哎呀，这好难哦！我觉得后面那个站直的就比较麻烦一点。嗯，等一下哦，等一下哦，一二啊啊，没挡好，一边是直的，一边是横的。啊，没抓到，飞出去。哎，喂，喂，可以。好啦，啊！哎、欸，这好像是后面是最后一关了啊！终于吗？快了，感觉上是后面好像没有接其他区域了。嗯，哎、欸，我换，我从左边荡到右边去。你怎么换错球了？换线了？哎、欸，没过到、哦、困难地球。我团团到中间了。啊，这是在第三个球。欸、我又荡到左边来了。很调皮哦，调皮狗狗哦！啊啊啊！啊，没抓到，我重来了！啊，没抓到，可恶！冲啊！哎，竟然没有抓到，可恶！可恶！等一下，怎么开始绕圈了？其实斜的，下去了。想不到我变重了、啊，球突然变慢了，有个引力在有没有？用哈基这比较好玩。突然多一个人，也不用往前前后荡，其实用这样子也用转的比较、那個、对啊，比较好玩。转的比较好抓哎、欸，对，用转的其实蛮好抓的。嗯，转放一只手然后去抓起来，你们这个速度有点快，蓝色的，哇，你们也太快了吧！转快一点再说。这边过去就不好过了。等一下，等一下，我都要改直的，改直。直停停停停，亚美咯，亚美一咯。啊，下去了，这个完全不能抓。亚美亚美亚美咯。OK， 过来了。啊，等一下，首先擦汗，擦汗。哎。啊，抓到头了！啊！吉娃娃，保存，保存啦！吉娃娃，吉娃娃，保存啦！不是要爬珊瑚吧？干嘛？要爬珊瑚吗？爬山啊！爬珊瑚，爬上去是？爬珊瑚哦，这珊瑚叫什么爬？哦，然后，我靠，
还要当那个一个管子下来的、哦、那根管子，嗯，对，上面有一根管，两只管子并在一起的，对，爬了，嗯、爬了，爬了，珊瑚这也太难爬了吧？要怎么爬？珊瑚视野很差、欸，对呀、啊，要从哪边爬、啊？感觉从一边爬到另一边呢、啊，另一边再跳回来这一边这样子。不是左右左右在哪边啊？我看一下啊、欸，等一下，原来是你哦、喔。可是这没有地方可以站的感觉呢，这里吗？嗯，先观察一下。对啊。这个浅色，这个好像有可能跑这个。你家吗？哎呦，我视野好差哦。对呀、啊，都一直卡到视野。喂，行吗？不行，要这边这样上得去吗？喂，问题是这个珊瑚很窄、欸，你进来站不直。它每个珊瑚的缝隙好像是不是不太一样？对啊，嗯，对，嗯，啊，被推出来了，看不到路。这也太难了吧，这一关。这一关是你连爬开都不知道该怎么爬，对、啊，你不知道路线在哪里，对，嗯，然后呢，偏偏摸到了吗？会，没有，哎呦，哎呦，我的视野真的超卡的，救命！我没有抓住啊，我不知道，哎呦，摔下来了，啊。感觉这也是可以啦，试看看。不知道自己走哪里。哎呀！上来。嘟嘟。哎呀！天哪！这也太难爬了吧！咦、哎？要爬哪里？找不到。咦、哎？笑屁呀、啊！我也觉得有种有点像是被笑的感觉。笑屁、啊！他之前就这样过啦、啊，我都气死了。还得笑，还得笑，还得笑。爬到最上面是怎么爬啊？天哪、啊！害羞，因为它其实蛮细的，它感觉就是会不会是要你从头荡上去，荡到尾啊？会不会是像之前荡墙壁一样啊？我觉得有点，我觉得可以，就是你往上荡，然后荡到一个地方站好之后，然后再去抓下一个墙壁。嗯，如果你看那个每一面，它扇子往插出去，它其实是分有大概一二三四五根，所以你爬到第二根，然后往外最站到最外面去，然后就可以从外面慢慢爬上去了。对对，繁星到一半喽，快了，只要到那一根就好了。屁！过去，过去一点，过去一点，过去一点。嘿，手手，另外一只手手，跟自己的手手对话。手手过来，过来，手手。我当天 OK 手问号，可以可以手 OK 左手，哎、欸、等等右手。哦，左手右手。手听话，让我看看。手上去一点，手。手丁扣扣，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在哪里？你可以，你好黑，这里这里，你好窄，是啊，哎、欸，好像可以，那边好像可以哦。我想去你那里，喂喂喂喂喂，可以可以，上去上去，脚脚踩上去，脚脚脚脚对话，脚脚过去，脚脚脚。哎繁星的位置不错，手手手手，我在哪里？手手手手，你那里再往前走，往前走。等等等等等，脚脚上去，脚脚脚边走边走。哦哦，脚脚跨上去，哦不哦可以。你的头可不可以不要卡我的手？脚要听话。可以打他，听说打了就会听话。我曾经你有讲过啊，你不是在哭吗？边哭边打，这边要直接让手听话，那边打手手超白痴。
最小听话，我繁星要上去那个哇，听话，换换一个听话，腰扭起来，打腰，怎么听起来就那怪怪的？哎呦，最小，别别别别，哦。不要让我看到团团，我会笑。啊？为什么？笑出来，突然笑出来啊！会抓不住。那你看喵哈一下，他跑到另一边，是不是这边？因为你那边、哦、那边最外围，往上最外围，应该走你就走那个最外圈就可以。对，上面对对对，上面那边应该可以一直翻了。啊！有哎、欸、有哎、欸，你再拍三个就到了。娇娇，娇娇跟手手在打架。娇娇，你是健身房里面叫超大声的人吗？对，你是叫超大声的那个人。啊！哦！三！哎呦呦！一百！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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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抓住啊！我不知道，繁星那个感觉不好上去，那个。对啊。对，那一个感觉不太好。好险好险，给我一个一格而已，掉一格而已。这个要干什么啦？好，这已经就比较轻松了吧？前期到底是怎么钻的、啊？哇，先贴旁边啊，荡上来。对啊，然后抓侧面荡上来、就是。刚想要荡都荡不上去。哎呦！啊！是。哎呦！嗯。嗯，感觉超用力，抓不到。哦呦哎呦，繁星上去完成了。等一下，不是那边，不要转一圈。哇！小雨，下面的啦。你这是绝望的声音。哎，小雨其实很上面了。我刚才繁星下面一点点。对啊，繁星要到了，这两重。两重。哎、欸，这好远哦、喔！对对，好像有点远哎、欸。哎呦，上去！啊，脚脚，脚脚，对对对对对，你脚脚跨着跨着跨着，要过去。狗狗好强，真的耶，好猛哦、喔！狗狗好怕哦、喔，我最不会滑这个了哎、欸。是的，狗狗，你可以的。对，这滑失败还要重爬、啊。你要想想看，我刚刚滑两步就掉了哎、欸。我是滑两步世界冠军呢、欸，他、啊、这应该真的是要爬淡色的、嗯、深色的那个太宽了，深色的更难爬，对吧、啊？因为淡色的比较细。哎呦，你好，选手变了，累累累，他累了，他累了，没有力气喊，没力气了。哦，繁星到顶了，哎呀，好滑，等一下。它很滑，它是同一个材质的那个吗？好恐怖！要是抓那个，等一下，有啊，没有滑啦，心理作用，不好意思。后面你后面那边那个，没事没事，那两根你要过去，抓不到，没抓到，哎，好崩溃哦，这个，哎，嗯，这个真的是会哭哎。哭哎、欸！哭啊！哭哎、欸！哇！地方爬，换地方爬。要换地方的。对，换一下。真的是哭哎、欸！哎小，哎小。嗯、欸，这应该就是最绝望的时刻。嗯，决战时刻，绝望时刻，绝望时刻，绝望时刻。哎、欸、小。哦，换哈基要到了。好，加油！我来见证我们的希望诞生的瞬间，还是绝望诞生的瞬间？可是哈进这边离那里好远哦。可以的，上面没有滑滑的、啊。他们说上面，他繁星说上面没滑滑，但其实不会滑。感觉刚刚是心理作用。哎呀！哦，哈进要到了，哈进加油！哈进加油！观台最后希望。观台的希望，因为我跟你讲说，下面还有一关哦。刚刚看起来应该是没了啦，应该啦。那你是啊啊啊！嘞、啊，
这你上去之后有办法直接滑吗？应该没办法耶。这该不还是要用走的吧？他好累哦。滑过去。当家兄弟滑起来。哎呦呦呦。对。过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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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对了。有了保存，耶、yeah ！保存了，太爽了哦！好、oh, ，真的结束了啦！ Yeah, 结束了，真、oh, 的结束了哦！ Oh. 啊啊！天哪、啊，他都不想起来了。海底世界会很轻松的，海底世界一点都不轻松。天哪、啊，好累啊！我数到附近了。秀秀秀啦！啊，休息啦！感谢哈基，休息啦！摸一下、啊，谢谢阿基。摸一下，啊，又吃又吃，吃哈基的肉，太逗了，哎，好累啊，休息休息，啊，出来了啊，怎么出来？有点累。大家有开台吗？哎、欸、有喂、欸，那我们继续玩好了。那结个尾，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下次见啦，拜拜啊，好累哦。好，改个标题，继续玩。编辑。十点后，十点，菜渣是否可以储存？我看一下他在干嘛。菜渣玩到哪了？啊，要白天喽，宝宝要晚上喽。我在家。哦，很扯。广告在隔壁。有些人长可以帮我挖一些人长回来吗？哎、欸，昨天我不是有挖一组，快要一组，家里很多仙人掌啊，真假的？哦，啊，我睡正常了，咖啡。仙人掌嘛，就睡别人家就好了。哦。我来啦！拜、哦、西在哪里？在哪里？你说仙人掌在哪里吗？对对对对对，我昨天我放到箱子里，有人说要帮我整理。哪里哪里？我原本要放，我原本要放在这种话。仙人掌在外面的那个食物箱那边。我要把它放起来，它都放在盆栽，超 Q 的。这边这边。哦，这个这个这个。嗯。哦，中间的岔路，我选择了右边这条。哎，怎么受不了？那么一点。关键的岔路再一条。啊，好可爱、哦！你在找什么？珠子。珠子。哇，加油！我已经一万八了。加油！他找不到我参数了，他已经完成昨天的任务了，好强。啊、哦，好可爱哦！现在长得好可爱啊！你能回来吗？顶多住外面啊，就这样而已、啊。我是在别的地方开始了我的新生活。对，不对吧？不对吧？应该回来吧？不对吧？等到我回去的时候，就是 Minecraft 有飞机的时候。飞机吗？工业模组。我们现在熔岩太多了。我已经在捞一些熔岩过来到我们家旁边的水房，啊，好可爱哦！这样子一出门就可以看到熔岩，好爽，可爱哦，好喜欢啊！熔岩会繁殖吗？你要你在这边你要喂它，刚就自己偷打我妈的，那你要喂它热带鱼。哎，兔子骑士你做的、哦？对啊。哦。你要橘色的吗？不要，它放在盾牌上面很丑，会变成一只蟑螂。乖乖猫。
可是我的不会、欸、我觉得他不会啊，很那个乌龟可爱、欸，对啊，放在放在盾牌上面，让他看。对啊，我把我的那个十字军旗换掉了，我的十字军旗摆上啊。然后那个拉拉是那个粉红大鼻子，村庄有没有机会？你自己看他拉拉嘞，好多熔岩哦，有两只。我卡在，有没有机会掉出去？卡在地上面，你卡在地上，哎呦了呦！我看一下、有吗？有吗？村庄有没有机会生竹子出来？哎、欸，我们要洗劫吗？我们附近的物件有一万五。拉拉来帮我捞熔岩，这里有熔岩。拉拉，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像掉落物啊、生物啊，都算一个物件。所以我们这附近有一万五。跟拉拉在哪里啊？好猛！在我们家那个熔岩厂那边。哦。顶楼吧。来了，我来了。没有熔岩厂，就那个自然的熔岩厂。哦。我再把那边的熔岩捞到我们家附近的这个小水坑那边。自然哦，我看啊。那是那里吗？哎、欸，他为什么在这边搁浅？白痴！他会晒太阳啊！不要骂他。繁殖预定的那个是。他们是不是因箱子里不会有？箱子里不会装，不会装竹子啊？有机会有。这边的有机会有。嗯。好多一直生呢、欸。哦，有了粉红大鼻子。啊！你要看了？有很多书哎、欸。那个。肥类跟那个繁星又看了，我看过了，我刚看到了。粉红大鼻子，哈哈，粉红大鼻子啊！我还有一个盾牌，我觉得盾牌套在那个兔子套在盾牌上蛮可爱的、啊。啊，你怎么住这么远？是被隔离哦？空白地图。嗯水桶。啊，这边这个平台是什么意思？还有的捞吗？哇，连起来了哦。嗯？什么平台？没有在养宗鲁斯，他现在连起来。对啊。嗯、你已经剩下三分钟不到了。嗯。看来这度局认输吧。而且你的范围是16倍。哪里啊？没了。嗯，哇，竟然是海洋！你这还有，就在你后面，你是好呆哦。后面。哇，你怎么可以骂人、凶人？没有哎、欸。啊，有了有了。看来下一次的岸边就是最后的机会了。哎、欸。哦，没做到哎、欸。我找到了。哇，你第一次捞熔岩。这只是吗？说沉船也有机会有竹子啊？是，对啊，箱子里面有。那看来我们不是找到一个沉船室，就是靠岸的。好可爱哦！嗯，所以我们家没有竹子哦。没有啊，没有啊。不然为什么我们这么缺要盖东西啊？哦、各位观众，要突破20000喽！哎呦 ，OK， 诶，那是北极熊吗？对，哎，我们家里怎么一个地下室啊？嗯，还有挖挖掉下来，好像没了吧？哪里？家里底下这边啊？嗯，好像没了，被我捞完。嗯，哦，哎，对，北极熊会主动打人，他身边有小北极熊才会打人。到丛林也不见得能找到竹子啊。对。可是你不在丛林，你一定找不到竹子啊。对啊。他身在竹那个丛林，但不一定有他。那我们延长，我们延长到下一个海滩。嗯。我先把北极熊带回去了。如果看，说不定连接得到丛林。到这边吗？对啊。会死掉吗？不会，你就到里面把它放开。这不是在有一二三四四只在这边，还有另外一只在很后面。哦，哎、欸，它上岸呢、欸。我要把这里。它会晒死吗？
他五分钟没泡水会死掉，可是反应说他只是晒太阳。哦，他会自己下去就对了。嗯。我们家的龙源场是在哪里？天空、啊、天台。天台哦。我们靠岸的岸上，如果不是丛林，就是哎、欸、哪一边胜利啊？就是去吃土吧。好，去吃土吧。找不到去吃土吧？是哪里？哎、欸，怎么办？去吃土吧、欸！我出不去，我出不去来了。我放这个。哇，又是沙漠吗？啊！真的假的？海底遗迹哦，又是海底遗迹。我要变观赏用的了吗？那就 GG 喽。我已经可以，可以看到未来那个结果了。我要变，哎，完蛋了，两个人都进来了。还是他们是沙漠呢？胡子，为什么？有人叫我吗？你帮我拿玻璃片上来。玻璃赌盘。玻璃片、哦，我们好啊。对，不然我们吃不起。然后你要先去弄影片了吧。GG。我们要变龙源了。哎、欸，咖啡色的龙源怎么会那么丑啊？好像大便啊。天啊！足够吗？太过分了！你竟然这样说龙源、哦？没有，白咖啡色而已，其他颜色都很可爱。你不能这样子，你是有肤色歧视。哎、欸，有一只咖啡色是我捞的、欸，有一只是我捞的、欸。你这样肤色的歧视哦、喔，那不好。换了一个版面回来。干嘛？等一下我把它打掉，然后你帮我们马上补回来。啊，我丢一组进去嘞、欸。啊，哎、欸，快点出来啦！在哪里？什么状况？音乐。好，把这边水捞掉。好，我回去哦。啊，等一下，哦，哎呦，好痛。为什么会漏水啊？这是干嘛、啊？这是抢劫！抢劫！去把水捞掉。哎、欸，漏水了，怎么办？好多村民哦。我有水桶，这好扯。等一下，看、啊，跑到一桶了。我去拿方块，等我一下。嗨嗨，砖哦，把它堵起来。为什么我们家那个都会漏水啊？玻璃怎样？我漏水。你自己看我们家屋顶都会滴水啊，你放一格方块一定会滴水，你要放两格后才不会啊。不是吗？不是，它玻璃外面漏水，它变成瀑布了。玻璃外面漏水了啊！要找我回去抓漏吗？靠腰哦，猫咪。那时候刚才赚的耶，1.8万赚到10万。没有。这是瞭望台吗？好酷啊！村民家里会盖瞭望台啊？会啊，会吧？村民很多都优化很多东西，村庄。哇哦！他住的都比我们高。到现在为止，村庄好像都没有看到安。跳到干草滚上面会死吗？不会，他有缓冲。哦，真的。漏水啦！你去做铁桶耶！不要浪费铁，我去拿方块来。OK。欸、其实我身上就有房子。你在垒？你可以睡村民的床来过度过晚上吗？可以，可以啊。可是重生点就会记录在这边。对， oh, 没有 no, 你把床打掉就不会了。哦、oh, ，对，也是、欸。那只猫咪好可爱哦、喔，黑白猫哎、欸，怕怕。你是捞一格，它不那个水漏一格，好烦哦、喔。对。哎、欸，什么啊？那为什么村民不跟我交易？为什么不跟你交易？什么意思？好像有职业才能交易啊。没有，他这种就是死老百姓，就是一般的，没有用。我好像知道了，哎、我知道了。对，我们家后面瀑布啊，怎么回事啊？这样，我去抓喽，我去抓喽。好，我不行了，我得去弄那个影片了。那去用影片之前，很重要的影片。我刚才赚很多点，我你换一个广告时间，大家看一下好了。你一直把我顶过来这边，你要放广告吗？还是我就播给他？你不是说你知道了？啊，他就今天让我刚刚弄一次，然后不是那边水没有了吗？他现在继续漏了。我来了，水怎么了？水怎么了？救命啊！等一下，来抓漏大师来了。你说、欸、
背后这一片吗？对啊。谁倒的？先问啊。我不知道谁倒的啊，没人倒水。先漏水了。哪里？哎、欸，我掉进去。哇，你是雷包。这个水也淹得太严重了吧？这个玻璃片就已经是个，这个那个啦。倒的、啊？为什么要玻璃片啊？不是，这玻璃片就已经是含水方块了呢。对啊，玻璃片水是会穿的、欸。对啊。那不知道、啊、那可是那是谁放？为什么前面之前表示说没有？表示说你看，你要不要再看一次？你这边如果倒水，这边如果倒水的话，水就会这边就变无限水源了。对，它会直接接出来。对，所以一定是有人在旁边倒水流上去的时候。哇，就是啊，那是刚肥类要救我出来啊，那怎么办啊？切腹吧。这个就很简单啊，把无限水盖掉就好了，把这个方块盖掉。拿方块盖掉吧，就是这边。外面堵住不就好了吗？这样子啊，先这样子吗？黑豆腐。他说：“哎，丑八怪，走开！这样子、啊。”你看丑八怪，我就说很丑没。我没有说他丑，你看，我看到。哎呀，丑丑啊！啊，龙岩老师，龙岩老师就是逃狱啦。哎，老就好了。啊，都不要弄，不要回去啦，不要弄，逃狱啦，逃狱啦！拿空桶，拿空桶，集体的。铁桶，铁桶，回去啦！我把龙岩抓到了，抓到龙岩了。哎，集体逃狱，集体逃狱，没了。哎，他下去了。哎、欸，下架！泰扎，你在直播剪影片哦、喔，嗯、在直播审影片哦、喔，不是，是我剪的。我们为什么不改成用玻璃方块就好了？哎、欸，有一只黄色的逃狱了。楼上玻璃片是呱呱放的。哎、欸，怎么又跑？表示他们在这边很不开心哦、喔，你们要注意一下哦、喔。咖啡色的啦，咖啡色在搞。咖啡色，刚刚粉红色也在搞吧？跟我屁事吧你。太碎咯、欸、你其实咖啡色真的耶、欸、这样不太好太碎咯米拉桑关心帮挤下去等一下好像啊我在帮你修你啊你自己修你自己修要不要先睡你自己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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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繁星救命繁星人家说要睡觉啦要睡觉哦好睡觉，剪片。嗯，睡觉，睡觉。太大辛苦了，辛苦，辛苦了，辛苦了。了有铁桶的都来救了，救的哟、哦。你铁桶问鬼鬼啊，他没事做一大堆。鬼鬼，铁桶大师。我刚已经捞了三只回去了。感觉要先把它们放到那个池子里面，把水堵住再重盖吧。我家的床下面的箱子有水桶，都是水桶，你们不用去捞水。哎，水啊！我不过，然后我溜个水。你在干嘛 ？Oh my god! Oh my god! 我去拿水桶来救人。等一下哦。救龙源，还是我们先把前面先填起来？就是那个龙源不见了，我刚才找不到。那龙源跑去哪了？走开！你打到他了！你来修，你来修，你来修！哎、欸，不是哎、欸，乖乖，你的铁桶这么多，你浪费了多少铁啊、哦？他自己挖，都他自己挖的。啊、哦，都是我自己挖的。对。哇，你直接把铁修！哎、欸，什么东西跑出来了？啊，我的鱼！等一下，我的鱼，我的鱼呢？哎、欸，算了，随便了。啊！我来帮忙了，我来帮忙。是这无限水有点烦，不然就是只能去拿先敲掉这个，然后没有没有先敲掉，然后拿玻璃块填，对吧、啊？就先这样子了。不是你盖这个，另外一边就变无限水源，小心哦、喔。没有，我是先隔离他们，先隔离他们，先把这边盖完，那不然怎么办？杀掉啊！先把他们啊，先把他们全部挤到，先把他们全部挤到中间啊！先隔离他们啊！你不是有那个吗？热带鱼桶，去拿一个过来引啊！没有，我觉得你要被救了，用捞的，用捞的，用捞的，用捞，用捞的，我去捞热带鱼，我去捞热带鱼。好，哎，把这几只，没有，你捞到隔壁就好了，我捞一只，跟捞金鱼一样啊！我捞一只，我捞一只，咖啡色，咖啡色。嗯哎呀，我没有在里面。不要，不要，不要，不
你们到底在干嘛？一群白痴龙源，我有在，我在凶队友吗？一群白痴，你在干嘛？不会啦，我不会凶他们。我怎么可能会凶？我人这么好。有啊，他们也在，他们该在吗？你们在干嘛？在修你家楼上的水族箱。干嘛？下去啦！你干嘛过来？我在。我们把它捞过来啦，因为有队友在雷。我想说我玩一整个早上都没事。你们下面也要塞住，他从下面又游回来。我知道我塞不住，他们太胖了。你先塞下面，我要上面一格，那我们先丢过去。你们走边边好不好？不要再进去了，白痴龙源，妈的没有。你要怎么看自己的 UID？Garena 吗？你开 GC， 啊，然后呢 ？Oh my god！ 你点击了那个头像，全部直接、哦、看到了。这里六四六七七啊！你们到底有什么毛病？要直接这里看啊！算了啊！不要生气，好了吧？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了。没有拆吗？拆住了。这边是哪里？好了，堵住了吗？堵住了吗？我把它放出来了。好了。我都拉完了。为什么会突然这样？因为玻璃片会穿水。没有，因为我掉下去了，然后肥类救我，把水放进来，然后就漏水了。好了，可以拆掉了。好，可以来救了。因为我知道玻璃片会穿水啊，可是我觉得我想说玻璃片比较美，然后又没有漏水。然后没有啦，重点是就是有人用水当电梯上来的时候。变成无限水源了、啊，可是水变好了吗？嗯，不是啦，不是啦。哦，你在楼上，然后用水倒出来。对，没有，它是对。哦，其实也是可以倒水进去出来，但是就是你不能倒在那个玻璃片旁边。对，你要倒在直接喷出来。放方块可以吗？可以啊，你就放离玻璃片远一点的地方，不然它会越狱啊。就这样啊，放这个位置啊。走出去就好了、啊。帮我把那个拆掉，那个那块泥土拆掉，谢谢。归你手机。你要给他们晒太阳啊！你这么手机之类的、啊。我终于掉到哎，有人掉到安了，掉到安了，终于哎，小手跳不出去。我那个资料夹里面没有吗？没有，那个资料夹只有两串字、啊，我看不懂那是什么。等一下，我翻页。耶，就到了，收工了。啊，那个东西怎么没有人拆掉？长得丑、欸、啊！我给错了，白痴，那是我。他们说让他晒太阳，不要去死吧！对不对？粉红色想晒太阳，让他去死了，我等下上去处理他。没有，没事，他不会晒、欸。啊，咖啡色晒太阳才会揍他吧？没有啊，咖啡色就看着就惹得眼。他有肤色歧视哎、欸，这个人我没有，很严重哎、欸，不是咖啡色真的很丑，颜色歧视，对啊，真的很丑、啊，没有哎、欸、我等一下还有一只龙源，等一下我忘记放回去，哎、欸，繁星你看，看什么？繁星，哎、欸，那个盾牌啊，我在，乖乖不要动，我在门口，乖乖不要动，我在路口，我穿新的给你了，我穿新的给你，这就蟑螂啊。哦哪有蟑螂、啊？是蟑螂啊！好好讲话，蟑螂哎、欸！等一下，你有枪，你有装备，等一下。你要跟我打架啊？对不起。有本事脱光光，有本事脱光光来决斗啊！等等哦，来哦，预备哦，准备哦。你剑放下，拿来。我现在28等哦，你要想清楚哦。好，我18等啊，来啊。拜托。剑，我剑蹲下。然后等一下哦。一、二、三，开始！啊！为什么痛？为什么痛？为什么你打到？二十八！哎，是拳头吗？是拳头砸死吗？当然不是啊！当然不是啊！他是拿斧头啊！那我也要玩！我不要跟你们玩！我觉得我被霸凌了！我在冲附魔啊！玩什么啊？我在冲附魔，听不懂。我也在冲附魔哎、欸！你十八等，我就说我28等，直接死掉比较亏。4等了，你
当然是我啊！什么你？你十八等能付什么？当然是我，我可以付不好说。这是歧视。没有，什么歧视什么？这是歧视。不行啊，我觉得我安全帽怎么看起来好像有帽，靠！你那是安全帽？那是安全帽。嗯。哎，我的，哎，我的斧头不见了。我没吸到，我没吸到。你要不要还我？你问肥嘞？肥嘞？还我？我没吸到啊！你刚刚靠很近呢、欸。我给你把我用过的。啊！我不要你用过的。我身上就没东西，你要怎样？还是你要这把剑？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肥类剑。你好贱！家里旁边这四颗几颗橡木可以砍掉吗？哇，我是引战达人呢、欸。可以，好的。哎呦，哎，安全帽到底要怎么破啊？你要不要用半透明的那个啊？眼罩还是什么？你 skin 不是用橡皮擦轻轻擦一下会变成半透明？对啊，对啊。欸，民国86年是1997吗？1997，对，不会到半透明吧？它不是整个擦掉吗？没有没有没有啊！你轻轻擦会变成半透明哎、欸。我不是用那个哎、欸，我不是用那个 N 开头哎、欸，我是用别的。哦。因为那个用，我觉得它越改越难用。你会问豆腐？你那怎么看都像那种小学生戴的帽子啊！对啊，他看起来像泳帽。而且你不要戴西瓜皮，很不安全。你说他的帽子吗？对啊。对啊。泳帽啊！你在我没斧头。你们感情很好呢。哎哎，怎么了？刚刚是不是有人说他找不到他的什么东西？喷在树上面，你的斧头是不是？我的斧头在树上是不是？树上面嘞，哇！哦，你看，哎，还有龙源嘞，他还晒太阳嘞。哦，那里面还有龙源。哎，你的龙源借我，我要给你看材质包。你的龙源借我。哎，我还是没有斧头啊，谁跟我说在上面？有啊，这样。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在上面掉啊，我在这上面。被捡走了，没嘞。对的。哎、欸，天晓，你不说你有天晓，你有说你有钓到岸吗？有啊，我其他在外面有钓到。你在哪里？我先去跟你拿，我去带回来。我这边有一只马在我旁边。我在村庄附近的沙滩。对，报名成功了。我不管了，反正安全嘛。好啊，听懂影片。好，拜拜。你看那个 DC。好可爱哟！我去找一下材质包，给我分享一下。看出来了，哦，我的背影好美哦！我会害羞的。是快的吗？哎，马分哪个比较快吗？有，有分快马跟慢马。这个是安全帽，因为我现在在施工，懂不懂？啊，我这里有两个安。打我，你打我吗？我没有打你啊！我去跟他拿，然后把马骑回来。我看你顺眼，你再想一下。有可能没？对啊。不过我觉得是你打我。是哪绿身上还是谁身上？我这里有两个，我昨天在地下挖的。痛杀啦！哪绿在哪里？我拿东西。我在村民这里。有急吗？村民，你在什么村民那里？嗯，阿静那边吗？哦，啊、村庄你那边小心哦，不撑的话。是我们家里附近的村庄吗？对对吧？应该是吧？那个都超满火把了。我先去洗澡。好，乖乖拜拜拜。为什么家？为什么我们家感觉变暗了？在哪里？没有随手关门啊、哦？去除感，去除脏东西啊。他们不在睡觉。角落的火把没有。哦，对。天亮了吗？你去装，而且它可以选择你要的颜色。什么颜色？就是你手上拿的龙源可以决定它要蓝色、白色还是粉红色或黄色。这么猛的、哦！我
可是它跟原本长得不是一样吗？我觉得你装上，你还是你去看我的台。好，我去看你的龙源借我，然后去看我的台。等一下，我找你的台。你有？我没在会区，我在他们家中间。哦，你现在开在 YT 就对了。对，等我一下。你先借我。等一下啦，太忙了。你先借我，才等一下，这很重要，顺序很重要。对，我不管，我先开 YouTube。你打开，你只是看到我手空空而已，好吗？好，空空。阿妈拿回来钱。啊，你不用 Q， 不用 Q， 不用 Q， 你看你自己画面就好了。好好。有看到吗？等一下，他还在跑。昨天在地下挖有哦，我好可爱哦，受不了，是你了，这好像拥抱、哎，是这个啦，是这个啦，哎、欸，它会动哎，好可爱哦，是吧？哦，不是，好可爱哦，为什么你可以放大？我品牌啊，它那个，哦，我内镜有放大镜，就这个东西而已。哪一个东西？这个材质我有内镜放大镜，不是材质包，是登录器选择的问题。哦，是我可以选哦。要去宅，你要吗？好啊，你有这个话，你望远那个望远镜就没用了。我不管，我都要用。小朋友说啊，要望远镜了，去死啊！你吸到了，关我屁事哦！哦哦哦，你能贴出来了吗？那个，好，我等一下贴给你。啊，哎，我也要，我也要。我就是不要给他，不要给他。啊，好。不要再打我了，很痛。不能这样。哎、欸，你们真的是很暴力耶。闷。跟熟女一样，好不好？要确定。我就熟女啊。熟女。熟熟女熟女不是熟女。嗯，看看这一个，这只马都不让我骑、欸。骑嘛，你是要放生龙源了没？哇，有那个龙源就可以做那个材质包，然后啊，下我把你推去填彩，有点累，你有点重。哇，你这样对熟女说话。就会在对熟女说话、啊，阿姨，那阿姨会生气，我会生气，阿姨，啊，等一下，你再讲一下，你再想一下，你再想一下，我肯定比你年轻啊，你想一下，真的假的？阿姨说的，我没有说啊，一定，等一下，你确定吗？肥类，肥类没有十八岁哦，你比他年轻，对啊，对啊，我不管，我五岁，啊。等一下，我先确定你的真实年龄是大学生对吧？我不知道，你在玩海龟汤吗？我只能回答你是或不是，是或不是。你不要往后了，你不要把我推到那边。你的年纪，你的，你跟你说，你有读大学吗？是否自体成器？是不是？为了我的辛苦，我把你推到那边。无关，无关。有啦，那个。那个下载下来直接放进去，那个有一张新的藏宝图。你是说材质包还是欧米白？那个材那不是材龙源，那个不是材质。龙源是材质包，对，就是一样用那个资、那个资源包。它要叠在我用的上面还是下面、啊？它是一个独立的啊，你当然是要放最上面的啊。如果你要这样放的话，哦，那个欧米白是你要重开游戏。我知道啊，你给了吗？给了啊。哦，等我一下。请问他的智商是不是不太好？智慧不是？不对，我认同。不是，不是，肯定不是啊。五岁小孩，五岁小孩的熟女。熟女。再想一下，再想一下。怎样？要上课？好可爱哦！有哦，他会一直动啊。他会一直动、啊。然后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那个。我要放在我的右手。还有另外一个是，你要放了没？是河豚。我不要。快点哦！我不要，我不
笑、哦！你不能拿着我们辛苦抓的龙。关我屁事！上面还有，上面还有很多只啊，少一只不会死啦。你为什么？那我捞咖啡色，不抓咖啡色，我不要。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了。不要，不要，咖啡丑死了，那我肯定不带、啊。为什么这边河里面有两只龙人？河三四只、啊，他放在那个龟龟放一怪的，哦，好可爱、啊，放成过来了。对，哦、我要录 GIF， 等一下 ，A F， 一小东西，哦。他、啊、怎么有偶吗？可以把他抓了。我想说怎么不会有海马？可以抓他。哦，那是什么？抓一只。真的海马。你去勾引一只马跟驴子回来啦，养我们来养骡。有啊，附近都有啊。有啊，我知道啊，叫他勾引回来啊，而且又可以放包包。欸、水里面有那个、欸。现在要回来一只马，这只马先放回来啊。有铁就挖。哎、欸，马都不理我，是按到他理我吗？对，有冒爱心。我要去抓那只龙猿，我不管。嗨，拜。你要抓咖啡色？我那很适合你耶。我，你阿妈啦，姐在。我捞白色，在咖啡色是有。你叫你阿妈姐在。哇，这样不行哎、欸，肥嘞。重口味哦！对，那不行哎，我要跟你阿妈告状。我可以把那个龙源当成那个吗？不行，那个那种煤炭去烤吗？当然不行啊！哦，伤心耶！你怎么会讲这种恐怖的话、啊？他想要做阿妈。那是蓝莓，你刚刚讲的是听的话是蓝莓讲的，有点怪。我没有讲话啊。想一下，怎么会做出这种残忍的事情？你说狼啊？你小心，我真的哪天把你做成鸡鸡，我跟你讲，把你鼻梁打断。好凶！好想看哦，好想看伏地魔。哈哈哈！伏地魔，哈哈哈！打鬼，呛要呛掉了，好好笑，伏地魔。对啊，驯服成功了。哦，这只马好像比较快，可是它血怎么少？就在养啊。哦，突然中了个什么状态？中了什么状态？那就是有那个海底守卫从我眼前闪。哎，你在哪里？那时候是不是有打深海遗迹的位置？所以我开空气伤害一击哦。对啊，你是不是在负200跟负1000左右？是1500。哦，正1000，负200正1000多。对，那边有一个。我现在有点那个藏宝图，正要去开。那你加油，你有8分钟不能挖沙子。对，那个是挖掘点数。对啊。哎。你看有没有桶子啊？去捞奶喝啊。那我跟你也是混红色的，路边会有金砖呢、啊。不是啊，你挖不起来啊。先找奶喝。金狗，消失诅咒跟修补。消失诅咒跟修补可以啊。我先捡金狗来挖金砖好吗？那村民僵尸里面有一只。有人乱扔鸡蛋进去啊！肯定不是我，肯定是那个肥什么一只鸡。哎、欸，不要动，不要动，我在录，等一下。好，你想一下。我要想什么？我不知道。好累。很累就去睡觉。我才刚睡醒哎。睡啊！哎、喔欸，没有，我九点才刚睡醒。你很烂呢、欸。哟，我还在睡觉，起来嗨。我就说我睡醒了，我忘记我刚刚讲什么。哈哈哈哈哈哈！我飞，孩子，
你是老了啊？不是他，不是我在睡五岁有痴呆。你好好讲话、啊，不行啊！这真的越看越像小学生那个帽子或是泳帽，靠北，好烦哦、喔！把它画掉了，我你把它画成绿色的就可以了。你要不要在上面画个泳衣、啊？很好看。这是你头上啊，泳镜，那不然画个泳衣嘛？我去房子里面，我怕被打死。我画个泳衣嘛？先不要，画个阿嬷泳衣可以。你画、啊？阿嬷泳阿嬷泳衣是连体的、啊。我死不死啊？连体。哇，那我掉到虚空里面，哦，我回来了。掉到虚空里面。开了两只马回来。你是不是网络不好啊？网络不好可以说哎、欸。你是狼啊？可以说哎、欸，哎、欸，我网络的面不好嘞、欸。你都一格哎、欸，上么？我装完 OP 换，那就会掉了。那你不要装，看游戏。因为 OP 牌其实就是很省资源的一个登录器啊，它优化很多。啊，我现在乖乖拿我的望远镜好了，虽然很麻烦。不会啊，我就忘了。我先去玩 DBD 了，拜拜拜拜。哦，拜拜拜拜。我把我身上的安放在箱子里面，都是工具里面。对啊。那我等等去拿去。拜拜。等下再回来。我们要去地狱的条件，要把菜渣插进地狱的钥匙。插。菜渣插进去。对。地狱的钥匙孔里面，我们才能去地狱。好。原来如此，等等等等，叫他上线，然后坐他进去。不是等等、啊，要等他忙好、啊。等他忙好啊！对啊，他今天应该是不会玩。对啊，就说等他两天啊，他两天，明天就可以去地狱玩。嗯，耶！地狱，然后把人丢进岩浆里面。我把你丢进岩浆里面做你自己。我把龙源丢进去。可以可以，丢咖啡色的，丢咖啡色的。你真的很讨厌的 ，Oh my god！ 他真的很丑，你有没看到这么丑的颜色，你知道吗？臭腰盾，因为他丑，然后我瞬间断电。哎为什么感觉有点不起对不起？嗯，对不起谁？不是啦，我的泳衣。哦，我知道问题在哪兒。人的问题吗？不是，当然不是啊，怎么可能是呢？我想说你会说死。当然不是啊，要也是肥类的问题，关我屁事。我后面要沾哭了。我想杀了这只鲤鱼，它都不理我。人哦，杀了他，杀了他，人哦。不行啊，人你要冷静，你在哪里？杀了他！我在，这是哪？完蛋了！房间，哎呦，我还水牛，哦没有，这是马。有水牛。你看他干的。像，我看到，我看那只咖啡色的，像，不要乱骑它，不行。好好。你想着骑嘛？是什么？找了很久哎，这匹马。找多久？哎，这是什么东西？啊，驴子在这里。我把它养回来啊。它不理我。你是骑不上去，你要空拳哦。你在撒谎。是吗？你是因为骑不上去吗？哦。找不到安，哪里有安？哦，原来要空拳的。找到安。对啊。我随便拿一个东西，一直按着右键。哼。有人在骑马，找到牛奶，我要去捡。家里有一匹马，我可以骑它吗？那我一直骑到它有爱心，一样啊，对啊。有乖一点。我可以骑家里的马吗？耶！可以带它回去。我怎么带它回去？专神吗？
我们北极熊这么多，很多嘞。你好吵。过完保的那个宝藏，那个宝藏地图要丢掉吗？还是？哦，过了就可以丢了啊，没有用了。羊之心还有金苹果。乖一点，八个绿宝，三个绿宝石。哎，前女们没绿，我没有，我在旁边。嗯，我去那边，我是你的助教长。加到洞穴里面。哦，这只好怪哦。驴子吗？不是。哦。沙漠，这不是沙漠啊，这是海滩。这是16倍大的海滩，所以沉船才会在这边。我不想睡啊，那么大、哦、对啊，大型生态就这样，大爆生态。你要在这盖家哦，加油。我找到马，然后我先骑那只马。哦，这里有多只马。哎、欸，那是谁家？马不给。不对、啊，那我们家。繁、欸、星。干嘛、啊？我说马，我马那个马不给我，给他上鞍。我上鞍。你先驯服啊。你驯服了吗？他没驯服。没，那是野生的。我要拿什么小麦还是红萝卜？你知道驯服是什么吗？按右键。就是。喂他东西啊、哦！狂点他！你不是说你不是麦块新手吗？是麦块新手，哪时候不是？哪时候不是？奇怪。好了，教我来，教我来。耶、yeah, ，可以去探险。请问他头上冒过爱心了吗？没有。哦，我上去了。哦，要空手骑他。所以我要一直骑他吗？没错。哦，原来是，我驯服了。开啦，各位晚安。晚安。easy 啦。回来了，在干嘛？我在骑马。教他。你好色哦。对不对啊？怎么就这样？我的宠物了，恭喜！一二，忘记我们家里的坐标，很近不是吗？很近吧？马上，对啊！我找到很多绿植，负然后负一三四，然后一四五，哦，看到了，看到了，加速，加速。缰绳可以做吗？缰绳，拴绳吧。啊，做缰绳啊！哎呦，你没史莱姆球，你是要做什么啦？找史莱姆啊！
我不跟他讲啊，他没有史莱姆球是要做什么？哦，哦，做不要倒在这边啦！哈？哎、欸，对了，哎，超大型生态域的史莱姆空间也会增加16倍？不会，不会，不会啊！好过分！他就是一个呛壳啊！啊，哦，所以超大型生态域就是会有一堆呛壳这样子。没有啦，就是史莱姆呛壳的那个就是固定的。哦，哎，啊，超大生态域只是。环境变很大，可以做史莱姆农场吗？啊，可要先找到会生史莱姆的点啊。OK 啦。啊，因为现在挖到我们地底下，我还没有看到半个史莱姆的身影啊。好哦。所以理论上，帮您还找不到。理论上，我们这附近不会有史莱姆。啊，这个给他吃。晚安，晚安，妈咪，晚安。晚安。干嘛？那个谁玩？我在帮你跟你说晚安。你、欸、不能，他不能吃小麦。谁谁被盯了？被盯了！快跑！快跑！快跑！啊！啊！方力放放，方力放放，怎么留在里面？为什么他被蛰死了？他应该是不小心挥到蜜蜂。哇！是蜜蜂公主吗？怎么突然？哎、欸，方力，你怎么没有在那个 Discord？ 干嘛？对，你怎么没有？哦，他你说的人，嗯，待会。没有听到声音，拜拜，有了，妈咪，什么时候进来了？默默的，不是啦，我在测试说那个有没有办法这样叠两层，可以被不会被遮？哦哦，结果会被遮，所以如果大家要采蜂蜜的话，要记得在外面采，连东西都在里面，加油！有人今天白天在那边采，然后我被遮，谁啊？豆腐啊！不要在里面踩哦，会死掉。就像刚刚这样，血淋淋的教训。因为你知道那个蜂蜜不是蜜蜂实在是太多，所以正常来说你这样不会死。但是我刚刚被一群蜜蜂攻击，所以就是瞬间死亡。没有，超好笑。你让几只蜜蜂有加速了？啊，那个量有个多的，超扯的。哇！我骑着马掉到一个峡谷，慢慢跌上来啊！啊，都是农夫饲养员。啊！我先。你要睡吗？僵尸。睡啊！对啊。哪次不睡？我快耗完了。这里已经要不再一样了呢。哎，如果我坐在马上登出会怎么样？你的马也会不见啊？哎、啊，不知道啊。我怎么还在冒烟？我烟？我冒烟？着火了？中毒的烟、哦？还好他没有不见。可是我明明就没有在损失。你要重登？我重生了啊！重登，重登。哦，重登了。对。喂。有了吗？哎、欸，成功了！开心。哇，你们怎么都已经全副武装了？哎、欸，我没有，我还是裸体。哎、欸，胡子帮我一个忙好不好？你也可以做了啦，有足够的。不要，不是你啦。好的，对。哦。耶，好喂。你先做好你的 GIF 啦。我做好啦，我现在在画泳衣啊。我带了五组木头回来啦，我是伐木工，你好棒哦！啊，终于回来了，棒哦！木头自由的我们，不要再骑进来了。自信能干嘛？谁？心。他说什么？海洋之心。海洋之心可以做那个海灵核心。然后你在它附近摆阵的话，可以在水下呼吸，还有夜视效果。集满十颗的话，可以召唤大巨龙。哇，麻死了吗？你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在哪里。那个？对。也跟我一样当是爪龙。那个你要配鹦八个鹦鹉螺壳。
我们家不是有鹦鹉螺吗？要钓鱼或是打那个啊？啊对，说要钓鱼，我一直忘记要钓。鹦鹉螺壳我记得不是够了吗？有吗？有八个吗？有那么多、哦？我记得有鹦鹉螺壳，你们八个我不知道。我不硬叠上来，然后就炸了。钓鱼了啊！我连地图的三分之一都是没绕过。你是放最大的吗？一倍的地图啊！我放最大的。哇，牛魔！我刚刚是在最右下角这边遇到那个底圣海遗迹。右下吗？我看一下。没，到冰原的位置。哦。岩浆块有什么用处啊？岩浆块可以。等等，我现在胃在绞痛。它如果放在水下，它会把你吸下去。要吗？拿去做什么？后期吧，后期一点。可以先存着，不要再去地狱挖也可以。地狱很多。对吧，铁矿在哪儿？铁矿在这边、那个、冰原那里有啊，交了十二个铁矿进的哦。对，你有看到隔壁有个铁方块、哦、是那个我们已经自由了。对啊，这还走了铁矿自由。我带白色幼桃回来，不知道这可以拿去。他的衣服以免死亡，装饰方块。铁人塔现在可以做了吗？可以了，要吗？因为我从阿静家那边扛了两村民回来了，啊，在我们后院繁殖，运送很，看你有没有要用啊，开始改了，哦、这么好酷哦。其实如果那个村民繁殖场做出来，村民交易站做出来，我们就可以少挖很多东西了，对吧、啊？那些金属就不用再去挖了。想说等菜渣吧，菜渣有在玩的时候再改、哦哦，对吧、啊？再教他怎么。也是，说的也是，对吧、啊？哎、欸，我们家的后院的水池怎么有一只熔岩在那边游啊？不止一只、哎，不止一只，对。好多人没注意我。有一只我捞走了。他们会从那个我们抓熔岩地方，然后到来这边。好可爱哦。对啊。啊，我去扶我。嗯，哎、欸，熔岩好像可以驯养，对不对？不行。哎、欸，哦，还版本还没开，因为我在那个以前哪一支那个他们的签到影片有看过，有一个人就带了一批熔岩去打那个。深海没有，他是放在水桶里面，然后过去的时候全部放出来去打那个嘛。深海守卫是这样子，对，把他们吃掉是不是？然后你跟他一起打的话会有成就。哦，他说共同抵御苍生。为什么我的蛙镜越画越像某个奇怪的东西、啊？奇怪的东西。玻璃。金苹果让你只能治疗村民而已。对啊，没有木头。是啊。这个。觉得已经会回血了，就给村民吧。我会这样。我们的泥土也自由了。泥土超多。泥土从一出生就是你溺死啦！你溺，怎么办到的？为什么会溺死？不行，我觉得挖进越画越像那个东西，啊、我就不要画了。就喝太多水了。你喝太多水了。哎、欸，我等一下回来。不对，我好像不用。哦、嗯。钥匙。温刀与木头。雪块、雪块。分类真是一个。金矿这边，铁矿在金矿这个。我这边是雪块。哦，块。
流派好像还没分吗？先丢羊毛色吧，羊毛色怎么乱掉？先离开，拜拜，拜拜。不不，谁？嗯？刚刚谁要拜拜？谁嘞？哦，拜拜，拜拜拜。钓鱼钓鱼，拜拜。嗯嗯。哦哦哦！飙车飙车。对啊。哎、欸，是真的是他们在飙飙到一半，突然嘣一声，那个真的会吓死哎、欸！对啊，我好几次骑在路上，差点被吓到摔车，因为那个实在太大声了，而且它不是那种嘣嘣嘣嘣嘣，就是持续的声音，它是突然到你旁边突然就炸一下，对，干嘛？哎、欸，有了！你进去干嘛？想要被体验被蛰的感觉吗？我进去种东西啊！哇，现在还有人会种东西哟、哦！东西已经多到吃不完嘞，还是要帮我种吧。嗯，好可爱哦！你看他们在撒粉，超可爱的。可是你们有繁殖这么多只吗？我怎么看不出来？这就是鸡蛋。这个还是只有一只。哇，这边是西瓜南瓜田，参观一下。哦，18耶，仅18。哇、啊，好可爱啊，好多鱼哦。海龟，海龟的家。这匹马在外面是驯服了还是？那是肥类的吧？有马鞍吗？咖啡色的吗？啊、所以刚鞍所以掉到不是吗？我记得他的马是咖啡色有鞍。这边白色跟黑色的。他的嘞？哎、欸，会不会把人家的鞍然后拿下来了？哇、啊，这可以放的哎、欸！这神奇，因为他没有安，他现在对，马鞍呢？不知道。地图开完了。待客风范是怎样？反正是你把那个滑鼠移到对话框框上面看，就是你在熏它的时候，也只要踩过哦，踩哎、欸，可爱。哎、嗯欸，那我们另外这一侧就拿不到了，因为另外这一侧被那个箱子挡住了。对啊。哇，有一只小蜜蜂哦，小蜜蜂生气了，他好生气，他要杀他吗？哎呦，他俩就死了，对他俩会自然死亡，可怜的小蜜蜂要死掉了，哇，只能飞檐走壁走上去捞了，嗯，要捞什么？蜂蜜啊。没有啊，其实这面墙的就不一定要踩了，因为蜂蜜其实没很缺吧。
除非之后要去打什么巫师什么的，会中毒。这边怎么那么暗了？感谢超级留言，我还是忘记你叫小静对不对？那你旁边应该不用再种树了吧？还是要美观？不用吧，是静对不对？我觉得可以种啊，他就放着让他。感谢，明天有空再来看就好了，哦、没关系的。我是说家里旁边，我都看到那种一颗两颗的，我想说那里应该那里有一个集中的林场了。哦，那就不用种啊。没有，我们没有一个林场，目前都没听到。哦，那个啦，啊、我们家旁边那个啦，不是啦，就我盖的那我弄的那那一条不是吗？对啊，两条啊，一条华木，一条橡木。河豚要怎么捞？你要去深海，不是你要去热带海洋才会有河豚。啊？怎么了？想要河豚了？没有，我想要河豚的那个桶，那好可爱哦、喔。其他鱼会有吗？还是只有河豚？河豚跟龙源才有。哦。那他要睡觉，被炸死了。他刚进来就那边生怪。差点要被蜜蜂蛰死。来坤，来坤哦，坤哦！身为一个养蜂人，五一，我们的养蜂人睡觉了。好的，来了。养蜂人差点要被蛰死，我应该要有抗体才对啊！都被蛰那么多次。好有道理哦，努力啊！哦，我们现在好多东西哟、哦。于是 ，Oh my god！ 嗯，好像都没有花，花儿都谢了。华木长得超整齐的、啊，看起来疗愈。对啊，华木我没有担心它乱长。哇，好舒服哦！好舒服、哦，怎么可以？为什么可以让它长得这么整齐？华木不会有乱长的啊！我就种一排，它就长成树墙了。这里下去是干嘛？不知道。就感觉下去就上不来啊！胡子掰，不好意思，再见，拜。好可怕、哦！这边什么打水的哈、哦？会死吧？热带鱼池，
叮叮叮。好，好，来玩光语。分类好细哦。觉得可以盖一个仓库。我现在来盖自动分类机。要提超大，不要不要每一个都自动了，超烦。我是觉得等大家都有那个，还是现在盖个仓库。喵喵。光景石，哇，嗯，什么蜂蜜之门？答案吧。看起来超好吃的。嗯。被挡，被挡到。好吃。哇哦！哇哦！蜂蜜的家，蜜蜂的家，好棒哦！我晚一点再回来滴，拜拜，拜拜，拜拜。嗯，别动，不然不OK。好啦，这边。所以你想要观察一下了啊，因为怎么讲，早上其实睡我好痛，我睡五小时吧，然后就是起来剪片，剪到十点多，十一点开台嘛，然后想说下午去休息一下，结果也没有睡，就顶到现在，现在其实很呛啦。好啦，就这样啦，明天早上再来继续挖我们的钻石吧，至少弄出丝绸或幸运吧。好，就这样咯，感谢各位，大家晚安啦，拜拜拜拜拜拜，最后一条鱼，拜拜。